踩到，我好害怕，不要，怕我，两个人都不是你朋友是不是？我好害怕。哇，今天总排位最后一名的，出现会第一杯下给你，赌这么大吗？晚上12点去买一瓶可乐，然后下掉。哦，好饱，干，好好，现在要出门吗？不要啦，而且睡觉前下一瓶。我觉得下一瓶可乐还好，你现在去你的房间找一瓶酱油，然后倒一个小碟子下掉，好，你晚上都被你捆。哎 欸，繁星怎么现在才换人？换戏啊！哎，等一下，我是不是有另外一只角色？哦，有。等一下哦，这个，对不起。防疫马铃薯是什么？防疫马铃薯就是在家里当个马铃薯，不要出门。好，开始哦。好，那一坨肉吃了之后就不会得病的马铃薯，防疫马铃薯。阿信，进，阿信在不在？在不在？在不在？谁？哦，我是伪装哎。伪装，阿金干嘛去了？嗯，等一下，好了，你要随机切出最右边那张牌哦。哎，我们有300秒，所以我们可以先去尿尿、大便。你知道，是不是很棒？大家安安，今天我台是不会被通知啊，还是因为？还是因为今天礼拜五，所以大家都今天礼拜六，今天礼拜六，所以大家都开台，然后又发生这些消息，所以大家就各种台都开台了，看新闻。安，小鸡鸡。以后想做那种一瞬间就会过的牌，没错啦，打麻将啦。咱今天下午不是有打麻将吗？有啊，在玩修罗啊。修罗在干嘛？我还没玩过。修仙的游戏。你是说看谁先磨到大牌？对。没有修罗就很好玩啊，一家糊了，其他三家可以继续玩啊。就是之前那个什么，那叫什么来着？是就是大陆的麻将，叫你好叫什么？我好烂哦，牌怎么那么烂？铁流还是什么挖沟之类的吗？那不是要等很久吗？你说等到每个人都糊吗？对啊，还好，因为有一家糊了之后，他牌就会盖下来了，就变成只有三个人在打牌，然后就变成两个人在打，就是两个人，然后最后那个人就没戏啊。我是同一个人放枪怎么办？就弄，然后你们两个继续打，就东一结束了。我今天传给你那个影片，有打一张红中，同时放国士无双跟那个大三元的，太烂了，他怎么那么衰？妈的，你在干嘛？第一次看我打麻将，天哪，那就是很少没有来看台。打错牌了，随便。安，是我。你是一排八，没事啦，小的。Hello， 陆云飞。
两千七哦，晓得、啊。你要糊到谷也没那么简单。啊，那种东西就是靠缘分哦。大陆就叫赤鱼 哦，是吗？啊，大陆啊，赤鱼之战啊、哦，前阵子的活动啊。我不确定，那个是一个很早期那种麻将，就是，哎、欸，好像有点不一样，是它是糊了之后可以继续再糊，比如说你停二五八万，你只要摸到二五八万就可以一直糊一直糊，然后你的钱就一直加上去，一直加上去。哇哦！所以你只要听张数够多，然后你就好像什么血流麻将还是什么吧，但它不是日麻，但就是我之前看影片的时候就会看到，就是一直。打到你血流成河，天啊，好凶！那排斥大家了。一满心 VTuber， 哦，他很强。就是有一个 VTuber 频道专门在打一满，然后他订阅有9.98万，太酷了吧！我记得他好像什么光纯正90就至少糊过两次，只要那个几率。哇！他台就只有打日嘛？哦，打爆！这也算是一种。我都看他的，我都看他的精华，因为他的精华蛮好看的，就是一满连发，就很爽。咚咚咚跑过来，安安。那我们也要胡大牌啊！嗯，好，我刚刚有在做啊。对不起，我小弟弟。他不想喝酱油。酱油而已。还是他其实很想。还是他其实很想喝酱油。为什么要喝酱油？什么时候说要喝酱油的？说今天最熟要喝一口一瓶吃酱油。还没进来的时候说的。真的、哦？就今天最熟的要喝酱油，立屁纸哦。要用鼻孔喝哦。太呛了吧！你不是上次要用鼻孔吃面吗？还记得吗？龟龟吧，那是龟龟吧？龟龟今天放鸟，龟龟不能说放鸟，他就是到了最后，妈五六点半才说，我好像可以耶，你白痴哦，你找人替代了，我好怕哦，嗯、我也很怕，你这样搞我很怕，哇，要这么刺激的吗？哎、欸，一点都不一样，被厌烦啦！哎呀，只有例子而已，被厌烦啦，被厌烦啦！哈哈，哎、欸，这样很痛哎、欸，多一番惨，对啊，多痛哎、欸，从七千掉11600，爽啊！捡到了，白痴哦、喔，刚牌超好的哎、欸，我刚好三张宝牌。阿靖最喜欢的实况组是谁？我们是繁星。谁问的啊？我去编他。嗯，这么伤害人家的话的问题。最喜欢只能有一个吗？对呀、啊，不行啊！我要滴滴啊！我连实况组都滴啊！我管他的，连这件事情都不能滴，喜好也太少了吧？开古意超刺激的，我自己觉得开古意很好笑。原来你知道古意去哪里看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我不告诉你，没关系，不用看，不用看，不用看。你跟我讲也没用啊，我也不会做。拿到自然就会有了。你刚刚就做到啊，你刚刚厌烦别人呢、欸。那个是赛道。对啊，所以你不用看啊。古意就是靠赛啊。哦，你以为什么海底捞月摸一饼是认真做可以做得出来的吗？你天降一哦。我以后一定要让，我以后一定要让那个。菜渣的阿帕杯有古意这种东西，超好笑。我觉得加厌烦不怎么样吧，嗯、很帅、欸。嗯，还会跳哎、欸。你只有看过厌烦，还有什么吗？目前只有全球人，他也可以算一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哇，你是不是有人在吃到这一张啊？对啊，就裸地狱单曲，还叫蛇裸什么蛇裸？蛇裸台啊。十二落台啊，台是桌子的意思啊。你有十二张牌摊在桌上，谁要啊？没有人。
那有没有史上三年的出现？哦，我有个干爹，那时候有差一点，但那时候活动没有出古意这个，可惜了。对啊，庄丽最后无悔。哎呦喂啊！哎呦喂！拿到这个的话，很优质哎。拿到这个，骂跳，你哭啊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我最喜欢的实况组是大雅四人组，其实我们不算是实况组啊。一气魂射，我死了！跳把升天九，一气魂射而已。谢谢董内，谢谢安卓的董内，好好哦，好好哦，好好哦，我死的这么惨，我死那么惨，你们太扯了吧？什么？我刚刚什么事都没做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这把牌又怪怪的、欸，怎么那么怪啊？我的也怪怪的哎、欸，你碰牌了，随便你们玩。我不急，我这进牌是三回啦，碰屁啊！你牌又毁了，拿不了西风，我打掉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你们谁爱玩谁去玩，怎么了？不是原来那个原来。你要爆是不是？不是我，不是我。哇，那这个先不要好了。放心放飞没有啊？他很认真。要先走啊！这个不能留啊，好危险啊！哎，可以拿到这张吗？我可以拿到这张吗？拿到这张超好笑的。好，水摸水打，好亏。我的笑声很可怕，还好吧？我觉得这是这个看得出来，水摸水打。哦，那你的牌已出来了。你刚那个情况，你怎么敢切西风啊？你就不怕他手里面是？我不怕西风，西风南风，南风吗？你知道我相信他一定没有。他的牌溢出来了啦，他已经没有了，他一定是扣红中了。为什么是红中？那我打出来不要唬我啊！试试看啊！我没有本钱，你们要试试看啊！你敢不敢啊？你敢不敢啊？試試要唬我啊？你还有27000可以啊？要嘞。感谢超级留言，我现在关麦。感谢超级留言，你看没事吧？没事啊。我要出事了。Hello， 老茶奶奶安安。放心，你不要唬我，你不要唬我。很出事，笑死。啊！真是喂得很准哎、欸，很准呐、啊！我最会喂了哎、欸，负100。结束了。结束了。我怎么那么快？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哎、欸，福建，你知道我刚进牌什么？12345678万，所以我才在笑。我想说傻笑，12345678万是怎么回事？好了，暖身结束了，迅速结束哦。他换角色，他换魂角了，你们完蛋了，你们通通完蛋。没有啦，单纯是他会讲话。那我要换魂角。你们都有？没有，我没有换魂角，我只是想换成跟大家一样而已。喝酱油是吗？不是我啊，最后一名要喝酱油，所以是繁星要喝酱油。没问题。你累积了酱油点数一点。好诶、欸。赚了吧？哎、欸，福建。嗯。哎、欸，我那支片上了还没？我最后会出一支片，就是拿各种酒精去套酒。酒精？拿各种泡面去套酒。哦，你有跟我说过。然后素食的哦，好爽、哦！素食的，就是发现 Vaga 是所有的泡面的基底都可以加。哇，那就是啊，就是中性酒精啊，好爽哦！
但是我们找到适合野格的东西。嗯，你要我现在直接讲的话，可能只要中药味道稍微重一点的东西都适合吧。No. 我们最后找到的是水源泡面。哎、欸，怎么啦？还是把名字对不起自己啊！我好怕啊、哦！你们会讲话？好好哦。哎、欸，怎么变这样？排行怎么变这样？安安，老鬼安安。怎么可以打两张宝牌玩出来了吗？妈去哪里？哎呦，这样子进的话，啊、好，怎么办的？好可怕、啊！你刚移位，嗯，我每张都舍不得丢哎、欸。啊、哦，哇，当然，在防疫这个阶段，是防疫阶段的。我现在才发现，我本人是我们的小快乐剪接师哦，虽然都在忙，现在才看台。安安，我完全不敢去全脸，不要去啊！感觉里面进去就出不来，没食物怎么办？对啊，没食物怎么办？乌伯还是叫得到啊。哎、欸，所以如果叫乌伯去帮我们排全脸，只是会很久而已。没有啊，乌布打开，很多东西都没了。对啊，现在不是我不能超级榴莲 Q。厌烦出现了吗？好、哦，没有。不要再厌烦了啦，哭啊！我打视频就厌烦。厌烦是不是要立直才有？厌烦要立直的那个立直那张就是厌烦。小九丙级，好酷哦！福建是不是也有啊？啊，我没有啊。那你是去学什么？那个证照，说实在，在业界里面，业界没那种奖励，比较少人会看那个啦。哦。哎，啊，太小啦，差一点，小的啦，2000点好不好？60伏哎、欸，60伏很屌啊。19按杠32伏，然后明杠八，明杠八，基底20了，60，白痴！我刚听很好哎、欸，啊，今晚上吃了没吃了？刚吃针脚全部粘在一起，超了，有吗？我的全部搞成一团，我像在吃针脚饼。他可以拿起来，他可以整个用手拿起来吃。这针脚好像都没什么料哎、欸。可是我觉得蒸饺蛮好吃的，但就是对，是蛮好吃，它的酱油也很好吃。按杠加30，对啊。你就想喝酱油啊？有啊。是恐怖的蒸饺，不恐怖啊，蛮好吃的。疾风蒸饺，我相信台中人都吃过吧。嗯。那。欸、这样繁星去淡水老街就没有人了呢、欸。哎、欸，好爽哦、喔！你有想过这个事情吗？我刚刚想了一下，哪会想逛呢？我刚刚出去啊，白痴啊！在家当马铃薯不好吗？不是，繁星才不会出门，我才不会出门。反其道而行，现在去看一下淡水老街，一定没人，对不对？别复胖，等一下，你现在看到的皮是我的虚拟皮耶，请问？我的虚拟皮会有胖跟不胖的问题吗？哇！哎、我今天的和迪好好精彩。他想打刘军满贯啊！我的皮可以变胖的方法就是我一个礼拜2堂课的调酒，一学期要10几万的材料费啊！有没有超胖？有没有？容易拉宽哦、喔，太贵了吧？没有。我直接把自己拉到大家看不到我的牌啊！太胖了吧，大家都看不到你的牌了。
要把自己拉瘦一点。你那个是扁。把自己拉瘦一点。我闻到出手汗耶，叫我闻都没事。是因为跟我们打太紧张了吗？帮我把自己拉小一点，拉这么小可以吗？嘿，因为栗子才会流手汗嘛。我在发功。紧张力我打甩呀、喔！哈，欸，冲超酷的。嗯，可爱啊，我觉得冲是里面最好看。我想跟人家合作没了。对啊，可惜耶、欸。等下次合作，他一定给厉害的东西。好像之前一月、二月的时候是那个、啊、天才麻将少女。对啊，那时候我就还好。我还没有回坑。没有，我觉得那时候天马的画风我真的觉得很嗨、欸。我看你这样子，哎。两个例子不玩了。什么？哦，没事。我想说等了一下。下车喽！所以你们不要想我人这么小，对不对？那不行，要扛不住了。两去，丢！我听到了，我听到了，大便了，你大便了，然后听这个的啦。啊，两千六还好，有点不习惯。好了，放大一点。哦，这牌要砸的。完了，完了，啊，牌子都不好啊。晚上好，安安。想当用鼻孔喝酱油，压力就好大哦、喔。欸，鼻孔喝真的会蛮大，直接喝我还好、啊。鼻孔喝好像是你提出来的。这牌型很难做牌呢。不然明天确诊人数不会再增加？应该会吧。你肯定会。我是要唱衰，但是看歌。哎，有那又在亮了。啊、哦，我声音这么大是吗？对呀、啊，要打他家兵哦，就是你挑啊，兵下，很白痴哦，打那个来这个，挑一个太小声，连我自己都听不到。今天几例？今天185哎、欸。嗯。安安本逍遥，安安。逍遥居然是先去你那里，我记住了。我把我的人翻转，蛮好笑的。你这牌怎么变这样？哎、欸，阿福先，你的那个电球要什么时候？现在5月26号、28号吧。就是按、啊、先休两个礼拜，就是跟那个台北市的那个28，很多都到28，啊，那就是28。嗯，啊，你们学校放假吗？嗯，学校是说礼拜一的课就都先暂停，然后再看情况啊。啊，我是不知道实验室那边。哦，实验室应该照惯例应该也是要吧。嗯，就看老师决定啊。不播打龙哦，因为我打龙我会，我要怎么讲？不是晕，打龙我会很认真，然后我就都不太说话。我打这么多张这个，
逍遥说：“刚刚是有人偷偷吃醋，怎么办？我好害怕。”不是你选错地方了，你选错开启的方式了。嗯，来我这啦，最安全。没有，你说出来，你说出来，他也没救了。不会啦，他来我不会讲出来啊。哦，先原来把全部的聊天室都打开了。我关麦，谢谢你。哇，超级留言，我就哎、欸，不是他用绿界就看不到啦。啊，有道理啊，对不对？绿界是不是也可以设定聊天室看得到？嗯，不是聊天室画面，就只有那个啊，你的 OBS 上会有啊。对啊，就荧幕上嘛，啊、不会有那个看得到。毕竟，哎、欸，有那又亮了啦。不是我啦，肯定是你啦。哎呀，我都不知道打什么了。绿界。我声音有这么大吗？好烦哦、喔，准备监视。你可以再关小声一点点啊。还是，哼哼哼哼哼哼哼。哇，福贤在干嘛、啊？可、okay、以吧 ？OK 吧 ？OK 吧？我绿界大斗内是个哎哎。啊、你怎么没有例子？因为我要转啊，真强！你讲哦，不用，这个也不用转啊，哦，好屌啊！我要慢慢来，因为我最近学到的是这样，七对子不用例子，七对子不例子，你那个情况确实可以不例子啊，因为就五发了，但是例子就多，就可能跳满。哦，哎、欸，我怕又自动乱放枪啊，确实的、啊，是啊，没有，我刚刚看你跟我听同一张哦。看牛那次讲话，然后被吃掉了。哎呀，跟我说打了脏啊！怎么了？啊，不知道，好难打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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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当然，假如声音那么大，还好吧？丢。该不会说我声音很大？哎、欸，麦克风的指向问题吧。对啊，我不会调。基本上从重大疫情直接流出，好如比例四叉叉。啊，那个真是没办法。哦，真的要往那个方向去吗？嗯，好，没有玩吗？玩呐、啊！感觉这个东西已经不存在了，不存在了。嗯，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哦。这种先看牛奶喝吗？喝酱油吗？先不要，谢谢斗内。牛奶喝酱油，斗内买酱油，不要我不要喝。买酱油的去哭啊！三张红中啊！你想要打牛局满贯？我不想啊。我真的不是想打。好了，我试试看。哦，有奈何？我在想，有这么大声？哎、欸，没有，乱讲的，我根本没听到。哈哈哈。哎，哎，张都可以张到你。哎，快！哎、欸，三张中，三张中啊！这个真的要留吗？我为什么要留他呢 ？Oh no！ 要不是手机电信没有鱼了，不然就要抖爆油奶。哦不，我把你讲出来了，我把你的话讲出来。哦不，被剧透了，完蛋了。哦不，没有惊喜感了。还要用两个账号，还是那个不是？这是什么障眼法吗？哇！哇
这个抗，这个抗有点厉害。すごい。好烂。哪里烂、啊？哪有很烂？哪里烂？你真的很不满足哎、欸。不是我的发财在福仙打完之后摸到成对，我直接吓死了。好可怕、哦！你们都好凶、哦。啊哈！这种跑最不会打了，啊，深深暗暗深深，傻西不利的斯奈。另一个本逍遥的账号不是我，才不是，那肯定是你。哦，我撤回了哈，不要乱洗屏啊，不要乱洗屏啊，很棒啊、哦，没有乱洗屏。真的有可能吗？场上打这么多了，果吗？没可能啊，没有要果啦，我才五张果屁哦、喔，果下去就没救了。可以。观众在乱果一通了。想起来。观众在乱果一通。忘记我之前认识一个朋友，他玩密码只有一个要点，就是不管什么牌他都要果。他说他要胡到才停止这个行为。嘿，打了大概快一个礼拜吧。他每次都有飞吗？他每次都没有胡牌、啊。不是，我说很难呢、欸。虽然我自己胡过最多的一版也是国术双。理解。很坏哎、欸。在我坐庄的时候，你就放墙就可以了。不要哎、欸，哦，把你现在钱很多，我不怕。飞龟叫你下广告哎、欸，我可以顺便按吗？可以啊，你看到飞龟讲，你可以顺便按的、啊。凡青，你也可以顺便按啊。这攸关吃酱油哎、欸，好按一下好了。再按吧，都要吃了，那当然还是要按。哎、欸、靠，这两张不会是枪牌吧？我受不了哎、欸，我很想猜哎、欸，猜啊，好，我猜这个。呜呜呜呜，恐怖啊！来一张这个就好了啦。我要睡觉没？现在8:33，你跟我说要睡觉。等一下睡覺，我连国小都没那么早睡啊！怎么这样呢？福谦的牌是不是在搞啊？你牌怎么少一个花色啊？福谦，没有，都拆光了，好可怕、哦！他连把酒都拿走了。他打拳拿到另外一张酒了，糟糕了，我收到另外一张酒，我要不要打？完蛋了！我先站了，没牌打了，不知道打哪张啊？这张会死啊？死了？没有，死了？没有了？嗯，有没有被电过？他表情好好、啊，他很想买过，是结婚后才有的。是 gay 婚吗？原来是 gay 婚的部分。gay 婚，我是喜欢的、這個，我是喜欢的、這個。哦，因为他有兔子耳朵，好帅、啊。白痴啊！忘了，完了，啊、再见。啊、我刚刚忘记，我刚忘记，不能乱打、啊。完了完了，是不是要下车？很不想哎、欸。那很坏、欸，那边乱粒子。啾啾，嗯。啊，我觉得我胡不到了、欸，哎。你看我都猜成这样了，很过分哎、欸。哎、啊，欸、好哇，大会对对啊，很棒。啊，行啦、啊，还撑得住啊，扛得住，扛得住。没了啦。你在听什么？3万，安心，只有3张。最后一张在我手上，你没了。嗯，我就知道。
怎么可能？我又知道你，我又知道安心打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好，国士无双，他还算国士无双。好哦，说不定我在乱算，我数到三的时候开始往后面冲，往后面喊。谁在犹豫北风？我不知道，我想躲这么久，不是换我了吗？你们是忘记牌桌上有符先字牌，他就会想比较久。你们是不是忘？那今天网络有问题啊，今天连线有问题。哎、欸，我今天在市区啊，我发现我手机网络变超慢。啊，我听说老爹那有打电话去骂，是网络的问题。超慢，就是哦，大家都知道老爹打电话去骂。哦，你有剧透哦。抓到、欸、发文吗？还是没有？完蛋了，说错话吗？我没有看到老爹发文吗？没有惊喜了。懂黑上剧透，反正就网络很慢。没有，打掉，果然就是要瞎鸡巴乱打才会抢。你刚刚都太认真了吗？哦，我刚刚太认真了。可是我还差九万呢、啊。乌贝尤那，你要拿出想搞事的新牌就会超强，搞起来。我一直觉得，真的不开玩笑。确实就是，当你想搞的时候，他就会回应你。跟现实不太一样，每一把都要搞。哦，今天的网络不是慢，是飘，信号强弱飘很大。So this name 啊，怎么回来了？啊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哦、我帮你比个赞。他回来先讲。我就是要搞事，牌才会来啊！放手！我没有碰他。七条。哦，哇哦！哦哇哦，你要三万，母仓在修啊，啊，很难欸，是我啦，那已经是你。恭喜哦！我还有275，我去洗澡好了。怎么办？我刚想说再不碰，我叫杯饮料外送，可能还来得及。漂亮，就是要搞事。那你进这个啊，难打欸，要被碰了吗？有没有是你？搞啊搞啊搞啊！一条也不碰得到，欸哇、wow ！人家刚出二万怎么办？谁藏得住？打出来！送大家下去了！我的天哪、啊！哦，你看你打宝牌还不开心呢、啊？好啦，尤奈握不住啊！我都是我，因为就只有你想的时候特别明显。对不起嘛，我就是小握不住了，握不住了，那张可以打出来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哪一张啊？就是你握不住的那一张，打出来，打出来，就是这样子。OK， 哇，好亮啊、哦！还有那么多宝牌，你摸不出来，干你三万都干死了，而且有你妈在我手上，
二四五万都在我手上，你杠了三万，你四万怎么四五万怎么握得住？原来直接扛不住哎、欸，扛不住哎、欸！酱油来了，酱油来了！不要，我快要结束了，这一场还是赶快认输好了。六宝牌，对啊，杠六宝牌啊！啊，你帮他杠了两，你帮他杠了两三宝牌、啊。对他刚帮我杠了三宝牌。是我，抱歉。你刚才宣传一下。很扯哎、欸，想说浮现牌打开怎么那么恐怖？没，就跟你说，这游戏要搞事才会牌才会大、啊，所以牌效在这个游戏是不存在的。有，我刚按照牌效打一把都没唬到，我刚也是，我好像也是、欸，我想说，啊，不然你就这样打好了。只要不需要，你看什么牌效，随便打就好了。想太久会被制裁，我知道。随便打手牌都是亮的。超能力麻将，吃啊，哪是不吃？逍遥扛不住了，逍遥扛不住了。我等下要吃到裸丹棋，就哦，裸丹棋，裸丹棋可以听字牌耶，因为有古意。没错啦、哦，突然突破盲点了。哇，小鸡鸡没有了，打这个吗？不要吗？那这个好了啦，怎么打？我不知道啦，救命！打出来，讲出来、有一个朋友来台中出差，然后家里什么都没有，然后要去网咖，网咖台中的网咖全部都停了，那他受不了，说我不管了，我要坐高铁回疫区了，大家再见。很惨哇，难过。盒子的电脑也是很扛啊。像网咖只能挖矿了，对不对？他不开业的话，确实只能挖矿啊。对啊，没有错啊。哇，干嘛？哇，燕，哎、欸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搞事啊！有了，哎，有了，有了，我，有了，哎，漂亮，繁星就是这样子。哎、欸，有那种停那么久，还敢听二五，而且，哦，才拿一点点回来，就不要 A 我了。哎、欸，哦，我刚刚是历史平湖两宝牌，剩两局而已，没错啦。哦，我搞事，我搞事，我搞事了，乱打，我要搞了，我要搞了，我乱打了，我乱打了，妈的，没有关系啊，啊，笨，太棒了，浮现就是这样，哇，乱搞，好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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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管他牌效是沙小，我不管了。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就这样打，管他的。我不知道怎么玩。发啦！我只知道例子。网咖至少还能挖矿，餐饮停业。可是餐饮的话，现在应该是还可以开 Panda 外送那些的吧？没有、欸，现在好像找不到、喔。我看那个网络也爆炸的 ，APP 爆炸。那我们今天吃的晚餐是外送。早安，晚安 ，Hello 圆圈。你们还订得到、喔？见到啊，他、啊、没有，现在还在台中哦、喔。台中又没有那个哦，台中又没有三级。你点例子哎，例呀、啊，你点例子啊？那你点数够、喔？不够吧？我点数够，他够啊。你是够数吗？哦、白痴哦、喔，你是说你现在是四位耶？你对啊，对啊。我要搞事，你害怕逍遥比平时更逍遥，你很勇嘛？他既然有 life 二 D， 没错啦。反正输了就是酱油而已嘛。现在已经随便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要把赌注调大一点呢？我们要你直播喝酱油，不要酱油，改醋好了啦。看醋超不行啊，太恐怖了。不是我们喝啊，不然东泉辣椒酱好了。
太恐怖了，有奶都不喂我。外送现在要实名制哦。现在，再等一下，再等一下。我觉得还有搞啊。还有吧，那个都没出来，还有搞吧？完全不管用那粒子哎、欸，没不管哎、欸，我也没在管他哎、欸，怎么办？不用管了，我只想做大我的牌。那就没有这哎，马哈，拜托酒桶啊、哦，没有，你怎么两把都不一样的？哎、欸，我也不是很愿意呀、啊。哎呀。哎呀 ，Oles 是我啦！白痴 ，Oles 拿这手牌怎么办？谁可以教我？断幺九啦！哇，难打出两张啦！不过我觉得难，你要怀抱希望，怀抱希望。那个混苦茶应该很恶，还是酱油上面撒黄连粉？黄连是可以把所有东西都变苦的魔法吗？没有东西可以引黄连吗？好好想买黄连。你去吃那个、啊、神秘果 VS 黄连，你看到底你吃到的味道是什么、欸？很屌哎、欸，神秘果，神水果，好像可以搞哎、欸，好像可以搞，我写下来。我家有种哎、欸，你很好奇的话就去啊啊！我没有打算要参赔啦。没关系啊，反正我一定会把工作室的人下水啊，随便啊。恐怖哦，随便。好可怜哦，好可怜哦。大牙工作室的牺牲者们，你要想想，他说等一下吃剩的要拿给你吃怎么办？你说我还有剩？真啃三个大蒜应该可以赢黄脸，太恶了啦。对啊，神秘果家问他问号，神秘果到底是什么？我其实也没吃过、欸。你没吃过吗？我们家有种哎、欸。你们家有种？对啊，那个长在盆栽里面而已啊。有哪个水果不是长在盆栽里面？哎、欸，有的是长在果树啊。西瓜、榴莲树啊。西瓜我蛮确定不是长在树上的。哎、欸，榴莲是长在土里还是长在树上？树。也不知。榴莲长在树上，啊、掉下来怎么办？被扎死了。所以牛顿如果坐在榴莲树下，就不会有万有引力了。反应力值了，一下、哦、扛不住了，扛不住了啊！对啦，等一下，这是吃萝卜。想三秒，想三秒，也太不神秘了。这个吃萝卜。好，不要乱洗屏啦、啊！好，对不起。哦，三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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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想，你想，你想，你想。我看。你是不是差点淋上？不是他，他应该是疯狂的进暗刻吧？哎呦！我猜的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很棒哦！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！期待，期待，期待。不对，不对，不对。我好怕啊、哦！很不对，很不对。哇，有机会吗？这牌有搞吗 ？Oh shit！ 再见，我还活着，我活着啊！给你一眼。哇，跟牌超大，很强，好慌啊！大，要满吗？没有，嗯。但是还是赢，没有他差两个宝牌。那、哦、我听一张三万怎么赢？被你赢了！哇，当时定有差哎、欸。牛奶酱油，我们现在一比一哦。好，一人一瓶酱油。还有收下这一点的。一个汤匙的酱油，或是一瓶可乐。一瓶可乐。他知道灌下去的，啊、那一瓶可乐对我来说不行。我喝可乐。不是，睡前下掉上床一上床一下，哇！我们不要睡了，原来我们不要睡了。
我觉得聊醉就可以避掉上床前喝的那个对规则。新的一局了，新的一局了，又在复活了。哎呦，牌可搞哦，有的搞哦。好想要有十张这个、哦。十张，梦里什么都有，梦里什么都有。一张才五八，四个不是吗？你是说十张白板吗？让你自己上面涂鸦。好哎、欸。看着房间的粒子冲，如果在现实的话，麻将桌的手上应该都是冲位。还不错啊。我帮我等一下换咸鱼哦，不要逼我，我要咸鱼的、哦。不知道拿那么小的葱很可爱、啊，很可爱啊。我蛮喜欢这个的。八八八，盘了。尤娜，你碰不到西风喽？为什么我没有西风？哦、不是，是阿青碰不到西风哦。我没差，真的、啊，真的、啊。啊，我牌面打这样，我先把西风好像没差呢。有道理吧？你是有东风，这样都被你发现，要不要贪？能耐，你就抓油耐，抓不要啦！我、哦、白痴，我应该贪得哭啊啊啊啊！你们怎么可以叫声那么频率那么一致？贪、就可以啊，可以学他，你知道我会学声音吗？好恐怖哦！要结果论啊，观众，结果论，干七饼，低风，不要了，干破坏自己，牛奶拿去，为什么要 Q 我？哭啊！好烦哦、喔，是不是要下车了？一条喽！好啦，肖阳，你要走了是吗？拜拜。单推笑死！打什么出手会不会打到正厅？不会啊！你不要突然换牌的话，应该都是不会正厅的。我正厅的啊！好羡慕！哼！来看牛奶在有人场胡过最大什么是跳满？我在有人场胡过最大是跳满。反正在有人场胡过最大的是三倍溢满三桥哦，那个啊，自疑色大四喜，见鬼啦！真是见鬼了，反正那时候在做国物四无双，一直来自我就转了。福签打过的牌，我一张都没有哎、欸。哇，怎么福签打过的牌？我怎在暗示？我怎么听牌了？请问阿靖有试过三色豆双响炮吗？请问什么是三色豆双响炮？你没有看见梗图吗？就是大家都在抢东西，然后三色豆跟双响炮没有人买啊！好悲哦，好恶哦，防疫啊！哦，好恶哦，双响炮就够够、啊、没有很好吃了，但是如果厂商寄一点来，我会觉得很好吃。啊，我喜欢吃双响炮。三色豆跟双响炮，你要选哪一个？双响炮要看口味哦。满出来了，福签！哎呀，拍谁啦？是我啦！我的力，我的冲！你的葱被收走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我福签我吃到鼓励耶，杠正杠正，
好失望啊！还是我南风发财去哪了啦？一定不是我啦！不在我这。我有一张南风。他不敢打。我不敢啊！谁敢啊？哎呦，学乖了。哎呦，他成长了，他成长了。刚什么？刚原来是问我说双人泡哪个口味你觉得最难吃啊？不是啊，我明明是问说他跟三色豆，你会选谁？当然是双响炮啊！靠腰，谁会选？再低贱也不会选三色豆吧？难选，很难选，要想一下。啊、真的假的？你要想一下。要想一下啊！哎、欸，纯三色豆跟双响炮，一个会洗肾，一个不会洗肾啊。啊，一个就拍架，一个。一个怎样？一个拍。一个拍甲，一个更拍甲吗？不拍甲，一个是盖拍甲，是不是？对啊。玫瑰竟然超爱三色豆，真的假的啦？买蛋啊，吃啊，超便宜的，一袋300块而已啊。我让他吃到吐出来啊。我自己，其实之前不是有那个网络上有po过那个便当菜吗？太怪了吧！我们不是还在聊便当菜吗？而且怎么杀小了、啊？怎么是火银色杀小啊？想啦，可以啦。我很想说，我们要继续聊的时候就可以一直按哎、欸。抱歉，太扯了。然后三色豆掉了，浮铅。看来浮铅不适合聊三色豆了。对，我们换一个好了。换话题，改聊双响炮。双响炮双响怎么办呢、啊？双响炮，我有听人家说那个牛肉的啦，好像还好。你要在很难吃的东西中找出一个比较没那么难吃的吗？所以我应该就是在那个我跟下礼拜去工作室。台湾人应该会做这件事。我应该去下礼拜的时候去工作室，然后问他们要吃什么，然后就是把那种很难吃的东西排列下来，然后让他们组合成自己适合的难吃菜单。你要选很多样，然后选三样，就像是什么给他们选三样，像那种什么豆花水果口味跟一般口味的，他们就会选很久。哎、欸，那个是好吃的，那很好吃，好不好？就那个有点又难吃、啊。这样子你怎么可以把它跟双响炮放在一起？我觉得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。豆花不排除提高。那有什么好？有什么难吃的甜点？你们会觉得很难选？好想一下。很难吃的甜点，这种东西，你可以买那个啊，半颗要想，还真的比较难。买那个什么？我脑子里面都金币巧克力，我脑子里面都有金币巧克力，大便死。你应该说，我要拿出一个那个美国硬币那种，跟鱼形状那种，跟元宝那种，那三种他们选一种，同样味道的，一样味道啊，那只是不同形状而已，一样啊，真的啦，是吗？我就很不爱吃那几种。看你对他不太熟，看你对他不太熟。你阁下听起来吃很多、哦。你说我吗？对，阁下听起来我是吃很多、啊。其实我没有觉得他有到很难吃，吃不下的那种。很难吃哎、欸。那所以刚刚你觉得哪个东西是很难吃，你吃不下？好像都还好哎、欸。三色豆你可以。三色豆我没有不行啊。那我从明天开始就准备三色豆给你了。不要，为什么要这样？你不是说你还没有到不行，但是没有到喜欢好吗？什么啊？甜点类的有很难，所以要不要干脆下一步的影片就是吃全口味双响炮，然后找出最难吃的？不行啊！我对得起厂商。不是你们真的，我要去看双响炮到底是哪个厂商发明的？我跟你讲。就是别想接业配了，你很多。那双响炮到底是哪个厂商做的？不知道。味丹的呢？味丹。味丹，味丹不是味味 A 排骨鸡面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排骨鸡面很好吃哎、欸，它怎么可以取得最上限跟下限？对啊，味丹是排骨鸡面哎、欸。但是我没有什么吃双响炮，因为那个不是听说比较多吗？没错，它是比较多，然后它两款面的颜，它两块面的颜色不一样，我觉得超奇怪的。颜色不一样。对，就是你泡出来的时候，你两块面的颜色也不一样，很奇怪吧？很奇怪吧？很怪的。啊，是谁？
应该要拍一集，到底什么东西适合三色豆？太难了。除了白饭，咖喱嘞？你说把三色豆掺在咖喱里面，会不会让大家发现然后生气？三色豆披萨吗？三色豆披萨做过啦，就还行啊。嗯，栗子的啦。哇，你有病是不是啊？够了、哦，上栗子都打过二条，现在要二条只剩繁星喽。哇，被发现了，不好玩，不好玩。肯定是你，我都看过合理的，送你，送你，送你。有奈，呀，我是最后一个哎、欸，我的天。喂，你们干嘛、啊？嗯，拿一千块啊？那、啊、我没赚到啊！我的庄稼不见了哎、欸！安安白梦，哦，这牌有的搞吗？有的搞吗？真的有的搞哎、欸！叫三色豆。不是啊，我们还没抢出难吃的甜点呢、欸。难吃甜点，厨房在线系列，这个真的很重要吗？很重要啊！厨房在线系列是什么？我之前有说到在线什么吗？我怎么没什么印象？是你是要在线动画画面吗？应该不是吧？哦、我没有拍重现吗？我没有拍过几次动画重现呢、啊。有那你的梦想了没有？我不会打梦想。原来这个碰碰真好，翻糖类的我都觉得不好吃，翻糖就本来就不好吃的东西啊，翻糖就是艺术品，对吧？翻糖吗？很难吃啊。对啊，尤其是冰过了，很硬。我靠！我要梦想牌喽！吃不下去。我要梦想牌喽！我要梦想牌喽！哎、欸，怎么可以打出红色的？好好哦，哪里好？梦想牌，敢不敢？敢不敢？安娜叶落包，一直想要申请赤井心啊！不，你知道赤井心的东西有多难找啊？我那时候找只蜘蛛找好久找不到，然后我问卖家他也不回我，烦死！但是我真的敢吃蜘蛛吗？你说你去问蜘蛛的卖家啊、喔？对啊，没回我啊！太酷了吧！啊、嗯，它是一个罐头装的蜘蛛哎、欸。那个谁不是有吃过吗？小玉啊。哦，小玉啊，应该是吧。不行啦，我快扛不住了，我的梦想好廉价啊！完了。哎、欸，知道风男？你们知道风男超衰的吗？风男是什么？就一个 YouTube。哦、嗯。风男的 Nick 是 Nick 吗？我孤陋寡闻。看我真的不行了啦！这样就不行 了。不等的啦，都剩最后一张了，是要等短呀哦、喔。短呀。没救了啦。嗯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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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哼难道是 Saki 时间？我、哦、干出事了！谢谢。是啊，你帮人家 Saki 了。想一下，想一下，要不要参加搞事列？搞了啦，男子不搞，有人场不搞，要等待什么时候搞？我的状况又爆炸哭啊！现在台北的网络应该很不稳吧？啊。发
敢不敢让我再杠一次？这可以打吗？拜托。我问你敢不敢再让我杠一次？哎嘿，真的哎、欸！再来五刀，再来五刀，再来五刀。啊！我不敢，我不敢打这种。二条。我在问你敢不敢再让我杠一次？二哥是什么可以打吗？拜托。台北这种断线呢？好靠腰哦！我不管了啦。有停住了哦。哦不，我不欢喜，我不。你跟他是不是有仪式感？就是累积一把。仪式感，仪式感。敢不敢让我再杠一次？杠起来！三杠子很帅。敢不敢？敢不敢？我棒！还要再两个人杠才结束这一切吗？对对。不行，我进去魔力转圈圈电脑。哎、欸，怎么没杠？我会怕啊！你怎么不领上？你杠下啦！完全抱歉，没事的。你的梦想结束了。那、欸、你刚才做什么？小牌是杠啊？没有杠哦，烂死了！一张宝牌都没有，好烂哦！你刚刚是想要那个、哦？我刚刚听四张课，我打一张，然后原来连续打两张南风，然后过了一，然后又打一张四张，我不等，我不想等，我是大兵。没错，没有，他结束了这个惊心动魄的一局。反正应该听牌了吧？我听很久了、啊。你知道，就是宁愿错，啥不能放过，就是看到你开门，先开一张劝导单再说。对啊。刚看到新竹很多店家都说收到警察劝导单啊，就看市政府要怎么处理啊。劝导什么？就是要做这个隔板啊，还在营业啊，然后警察进去就劝导单啊。不能营业了。哦，不小心。好痛苦哦！台中明天会不会爆多起？这样子连台中都不安宁。好可怕、啊。不好说，不好说，不好说。现在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听起来半夜去大卖场买东西会比较稳？那、啊、你也要先找到半夜开。哎、欸，那家家乐福啊，家乐福啊，很多很多地方有开啊，很多地方有开啊。离那家有点远啊，就是之前我们会常去的那一家。没有啊，那个新时代楼下那个也是24小时啊。那也是24小时，是。对啊。真假的？好了，半夜逛家乐福啦，然后开直播直接被骂死。为什么去家乐福不行？他又不是我们闯进去的。不是啊，他就说哦，防疫期间还敢去家乐福哦，知名网红哦。就是他买你，就是有你们这种人啊，误导大家、啊，害我现在买不到东西。有可能，你这个有可能。这种真的很干话，都是你们啊，害我小朋友生日快乐被取消了。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被取消。生日快乐！啊、哦，牌好烂哦！星辰哲林，阿门！哦，干嘛？那啦，敢不敢再杠一次？阿进敢不敢？我没有，我这场没有什么杠的问题。阿进杠一下，先打这个。他小啦。现在都那么凶的，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这摸了好棒你了、哦，我怎么那么烂？你多付一千块，怎么那么烂？那我听很好哎、欸，广告好，谢谢。自摸也被骂。怎样？又搞头？还是你打错了？把北风发现自己有八种牌。好、
不是说化学兵消毒药剂很毒吗？还是那只是漂白水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对那个没有什么研究。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用那粒子，对，才是重点。比较担心吧？你怎么会消毒水那个？我消毒水那个我不重要，我不出门，消毒水就不关我的事。那个你只要不放枪，也不干你的事啊。哇，很有道理耶！不要啊，有奈不要啊，一发打爆他。我怎么打两张八饼跟九饼？不是漂白水，是性质跟漂白水很接近的一种药水溶剂，杀菌用的，不用怕被喷到。炸装喽！你是讨厌我？一宝牌，耶！中一宝牌，不会少拿一点哦。我没有办法呢。好诶、欸。好、哦，快！我刚起手不错的说。你刚听错？不知道，想不起来了。太快了吧！太快了吧！创伤真的。干不是啊，这个节骨眼打这张牌，啊啊！刘局吗？会吗？没有。刘局是我们一开始规定，对，哦、一定要开始才行。啊、哦，这阿帕贝会随时刘局啊、哦？没错。哦。到时候找到妈妈去哪？啊！现在好多人在，现在好多人在那个发我们的战队有了群组，可以在线上打牌了。这是一种趋势吗？还是练习？就练习啊，就练习。没有比赛，没有人办比赛。那大家平常都这样啊？因为牌店都收啦，台北的牌店都不能开、欸。那个道馆赛直接没啊？那个四天王的那个人怎么来？就没有啦，已经严办啦，已经别想了啦。挂腰吗？牛奶，不要再想了。在想那个、啊、关主。再让我搞一下。那牛奶。我操，真的假的？没事没事，我以为。哇操！现在是怎样？反正你被跳过两次了，我们看到会不会跳第三次？敢不敢再杠一次？哇！两家在亲还是三家在亲呢？三家在亲的话，那三个人抓不同花色，那你就很嗨了。我很嗨，对啊。你要看中你想放哪一家？我只能送给福谦了。先走，我快不行了。哦，福谦那里好恐怖哦。哦，我刚刚要行吧。哦，你哈？哦，原来你认真的吗？我一开始就说我是小鸡鸡了。可是你这个点差，哎、欸，已经南山了，走那么快。哇，可是你这个点差，探头吧，原来。什么？
进。好嗨啊！很抖，很抖，很抖，很抖。好嗨啊！好嗨啊！干嘛啊？叫什么？我想说拿到字卡完蛋了。不会，那是最后一张哦。有人能哭那个，那就是国术双。嗯，那就随便了。而且要不要拍减肥记录？会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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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用的皮乱甩，会。这可以打吗？我要出事了吧？再见。我看出事了吗？怎么你？我掉了，我这一千掉掉。怎么是你？怎么是你？这样子是爽到我哎、欸！对呀、啊，只要不要有酱油点数就好了。哎、欸，你好像很聪明哦。你是说你的锅是你上一家的东西吗？要在关台前达成，四个人都有一点，那大家都不用喝了。那我们要打四场，很难吗？我们现在已经第三场了、欸，对啊。好像好，我们怎么打那么快？阿进的剪辑长得帅吗？我的剪辑有男有女，所以我不知道你要选的是哪一个。女的帅吗？帅加男。说不定你等下问一问我的剪辑会自己跳出来说：“哎，是我啦，是我啦。”是我啦，我嗨，所以我们现在不用抢一位吗？不要拿到点数就好了嘛。这我不好说。命运的十字路口，命运的十字路口。应该是吧，我都已经有一点了。太是我了，这样可以吗？笑死！怎么是南风？留在你留着都可以过了。哦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你已经六张了。不要啦！你看你的头像，你的头像不是这个很奇异，很奇异。很奇异，那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很奇异。我不知道，因为你不够奇异。我要拿这个，我就跟你说吧，你不信，我就跟你说吧。不要，在这个时候果，我等一下喝酱油怎么办？你要帮我喝吗？不是啊，这个时候果就是要你逆一啊！你看你去混就会这样搞哦，你要啦、哦。我是排甘醇酱油啊。听见。听起来蛮好喝的，不好喝。有情，快不行了，快不行了。我白痴啊！怎么打这个来这个、啊？烂鼠哎！可不，所以可不可以随便胡啊？金兰酱油比较，金兰酱油真的很咸。哈进啊，可不可以随便胡？你问福谦啊，你问福谦、啊，他不可以啊，我让他喝酱油啊。他说可以还是不可以？他说你可以喝酱油。对啊，他宁愿打你的，他现在百里马也打到喝酱油啊。啊啊，那不行，那我都掉不了粒子啊。好，那我粒子。你强二，我们也不会怪你啊，你。可是我不会算点数啊！绕口令，真的啦！栗子、平湖、栗子、平湖，完全栗子，我不玩，怎么了？我不玩，我搞要吃掉你！对，按住牌，按住牌，按住牌！还好没事，靠杯哦！搞不好是吃优奈的啊！吃什么？芝麻、啊、哇，会不会腻？会不会腻？不会啦。屁的，我看不会啊。哦，屁的，哆啦三的傻小啊。
二逆了吧？要二逆了吧？没有了，我才没过，差一百。没有、欸，你看啊，没有十几米嘛。好不，那边还要继续，还要继续，来吧。大小，怎么差一百？怎么还有？天哪！妈，繁星战会好，我想去看你的直播，我快不行了，直接偷看。我也好想去看。三百点。我也好想偷看。不行啊，有点运动加精神啊。哦，有角色就是不一样。跟着浮潜打。啊，直播完我要去看韭菜九宫格。韭菜。对，那是什么？哦、股票的那种，股票的那种。啾啾鞋新影片。圆圆圈，你要怎么证明你是阿信的剪接师？我就跟他说他是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质疑他？你们到底怎么了？是骗人，就是，他就是我骗人，他就是他。不要质疑他啦，不要质疑他，不要质疑我的剪接师啦。怎么是发财？这样子 Netflix 的订阅用户会不会变多啊？应该会啊。Oh. Hey, the world, you ready to go? 噔噔噔！我昨天才买 Netflix， 对不对？合理吧？我现在推看 Netflix 的《极道主夫》，对，短片，有趣，白痴，尤其配音是海马赖人配的。我手一直拿重复的牌。有几件事太伤心罢工，不会啊，他至少不会罢工。那他会随时召唤青眼白龙吧？不会，但是他会随时做出很白痴的事情。我说你拿白板呢、啊？更新加入，哦，你也要四桶哦，我打四桶哦。嗯，你大这把都很保守哦，有那直接不说话哦。我不知道要说什么，我就烂。我今天真的要对着尤奈打。不行啊，不能放枪。放一把试试看。真烂啊！哇，真假的？恐怖！禁止自摸，禁止一发自摸平湖断腰力。哇，原来再见了，原来再见了。我没有干嘛哎、欸？那、欸、我没有欠你。我把正厅打掉就是为了等这一个时间。怎么会有这种事？啊，原来再见。你一发自摸好不好？人生好难。OK 吧， okay 还想我喝酱油啊？哎、欸，不行啊，繁星你再拿一点，这样我们可以平手。啊？什么？
我刚刚起手好像是两个东风，三个红东，然后为什么繁星？哎、欸，为什么繁星又有别的角色？太爽了吧！也是吐了、啊，好一场换一个哎、欸，试试看呐、啊！我发现好像没有之前活动，我都氪金还抽不到角色哎、欸，是假的？今天没有活动啊？啊，你是活动任务哦、喔？有广告吗？没有，就是氪金抽啊。我之前也是天才麻将少女，那时候不是氪金抽吗？没抽到、哦，没抽到啊！这游戏不是很难，这游戏不是著名的很难抽吗？我那时候也是80抽，没抽到半只角色啊！那个10抽要多少钱？别问了，别问了，因为有手厨奖励，这样讲不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有手出奖励的话，十抽是不是580？差不多400-500。这是想出，我总算得出来。所以手出奖励扣掉就把它乘以2啊，580乘以2就是12260。呜，其实跟一般的手游差不多啊。我觉得。氪这个跟 FGO 比起来，这个没有，你就想看那种游戏，你至少会抽到其他角色。这游戏没抽到，就是一堆，就是谢谢。可是那个不是可以用吗？它不是可以用到那个战斗之类的？这个不是只有皮好看，跟它会讲话，啊，就够了。这游戏这样就够了，还有贴图哎、欸，你看。换账好，你抽到之后他会说送你一个小游戏，你可以在麻将的时候旁边开一个小格子，然后可以玩养成的农场。我干，好爽哦！没有，换个游戏何必这么累？这个游戏就突破，这个游戏就是要这种突破。我相信、欸、我不会打麻将啊。我相信有这个功能的话，繁星跟优奈会觉得蛮好玩。那还可以收一下草莓，就旁边种一下菜啊，刚。你看，生气了，好可爱。可是女生喝酱油会变黑，不会吧？不会啦，不会吧？这是什么？不要再相信没有根据的事实了。我妹妹也说喝酱油会变黑，会吧？看样子要想有一个人知道帮他打牌的角色 ，Uniskid。说到氪金，我想到胡子氪多少，不要问呐、啊。胡子有氪这个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说他之前氪金比较夸一点。这是在讲那个测谎那个吧？测谎机。对啊，测谎那一集吧。是讲测谎那一集啊，所以就是那个氪下去哦，受不了哎、欸。我们两个八，嗯，红八呢？我是吧？我不是吧？好好哦，浮潜在干嘛？他在做三杠子啊。15，这可以打什么？还能起舞吗？你还能起舞吗？你还能起舞吗？听氪金仔说这游戏有氪运气有差，别想了啦！我那个什么，我另外一款雀姬，我也是有一点厨子啊，也没有比较厉害啊。上一张了，福天。起哦，单起哦，加两番哦。不要，不会是白板。没事、哦、没事，我自摸了，啊、不紧张。我操我操！对啊，谁那么衰？我的照章，你看我单技能力发动了，好不好？这台若发宝牌五番百只哦。十二洛塔好酷哦，全球了。这个番数听起来超帅。不只是客传说、啊，这游戏就不是吧？
这游戏就是要搞。为什么一开局就被炸？想办法浮现化呀、啊。好的，开始是成功的一半。用油奶去喝酱油。对耶。不要啦。但我现在已经累积两点喽。嗯。可怜呢、欸。不用积八点哦，积到三点就可以喽。应该要拿到一位，可以把那一点消掉啊。有消过。错啊。那、啊、我刚刚也有一位过啊。你刚是零啊，没办法消啊。你一位一次就摸一次，那你还是要喝一啊。啊！记，哎呦！哎呦！哦，位置没有变。哦、啊，福清变了、啊。哦，是吗？福清跟阿金换位置了、欸。啊？你是不是觉得你的上家都没怎么变，一样靠腰？没有说啊，我没有说。这样蛮靠腰的。还好吧，可以下广告耶！谢谢飞龟下广告耶！养栗子才能下吗？哇，栗子才能下，好累啊！栗子才能下呢？圆圈的梗图从哪里来的？可以说一下。你去找那个民营制造机啊！不要召唤，又是那张了。哎、欸，你打那张，不要，别吵架喽。历史评估的两宝牌，三宝，三宝，四宝，哇哇！都是分这么大的，你中奖，两宝三宝行啊！你而且有来喽，这人是很难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我们才刚还是什么东西？在东山局哎，尤奈，不行，我要飞了，是不是扛不住了啊？啊，真的好难。我下次不要再打日麻了。第一手宝牌，原来你第一手宝牌啊！你把宝牌扔了哎、欸！真的哎、欸，我没有发现。看来你真的不想玩了、欸。那、欸、其他还问其他？你又不是那一张宝牌就可以救得了的。他不是我的，他不是 YouTube， 他是我的剪接师。嗯，爱可以变呢、啊。进中洞有没有搞错啊？看他的淋雨的十字路口，想一下，想一下。左转，右转，左转，右转，左转，右转。究竟是四万八好呢，还是小一点好呢？四万八，就是好不选三八的。先不要，先不要。不要了吗？不冲动了吗？不要了。稳一点，稳一点，稳一点，稳一点也不错。稳打稳，啊，不是啊，真的假的？不是啊，不是啊，这样不对，不对，我想一下打什么。嗯，这样很烂，你先打掉这个好了。好哦，我抱歉，抱歉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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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大家都有错，好不好？不是，不是大家都，大家都犯过错。什么叫大家都有错？我在讲什么？大家都有错。世界上每个人都有罪。对。这是我很痛恶的、啊。哦，靠腰哦。嗯。红梧桐。
哦，不是，不是哎、欸。听这张，好了，听这张啊，我不想管，随便啦。养他。不要啊！我没有钱钱了。哦，怎么说那张啊？怎么会这样子？早就知道再忍一下了。东西居然可以打！现在觉得我不会听19牌。我没有这么想。想想看啊，你现在打字牌？你打过了。因为你开局就打、啊。紧张紧张，刺激刺激！我都随便了。你对喝酱油一次已经喝了是不是？我还能怎么办吗？可以啊，你努力的再打一位就可以把他骗回来。真的吗？可以啊。太难骗了吧？怎么办啊？这个怎么打？才动三局而已啊。下车。圆圈是圆圈。非男非女，他就是圆圈。有那垃圾是你吗？不是我，是我的话我会先这样，拿着按龙呀。哦，上碰。为什么要碰？下下九饼。嗨。想一下，想一下，想一下，我要猜了。打这个，打这个，猜掉，猜掉。啊！这样怎么会不见？这样怎么可能会不见？太没道理了吧？这样怎么可能会不见？那等一下，丢、哦，猜掉，猜掉。这样怎么会不见？一定有吧？让我猜猜，五桶。你问别人一个月多少钱也是，有、没有听九万？想不到啊，我手中有三张，你怎么以为会有？哦，我这样一翻变三千啊，剩下10000块了。哎、欸，例子十次哎、欸，这牌典型叫我搞的牌。哦，我要搞了。搞起来，搞起来！不要，我给你搞。随便你啊，我。在你要起舞的那一刻，我直接把你的脚打断。去去去，都去！I don't care, OK? 不要让他摸，不要让他摸，不要让他摸。我很可怜呢。安安。I don't care, OK? 哦、oh, ，眼睛好痒，等下我揉一下。这游戏很不友善。命运的十字路口，好。对，阿信一个月给我吃的饱穿的，还可以存一点钱，还可以每天叫外送，听起来很爽。嗯，现在富芬达是不是不敢把那个生鲜的折扣拿出来用？嗯。干嘛？哇，你跟我打的牌很像哎！你等下是不是要打60000啊？不是，我要打一个更牛逼的。东风。那是10000吗？哇！哇，这个六，这个七八九啊，你不喜欢要先讲啊。还算好难。嗯，浮仙要飞了，浮仙要起飞了，起舞了。轰隆隆隆隆隆隆，什么都不能打哎、欸，浮仙。OK 吧，就是打这个就对啦，刚好我要打9饼了。很伟耶，很伟耶，这几张超伟的。风可以打吗？
大。你是不是很紧张？哦，我没有啊。你是不是中了那个靠腰？你是中了福天的，你是中了福天的幻术。永亮旗，靠背，永亮旗，靠背。不行啊！握不住了，用那里调子握不住。我前阵子都没打过，是哪里有问题？可是，我什么这个东西越来越多了？我们左右都在清啊！我还好吧？尤奈，还好吧？尤奈，快救救我！尤奈，我不行了啊！呼，我以为是福签呢，可是老板人太好，我被发好人卡了。Oh shit！怎么办呢？这个啦，红中可以打。好、啊，分爱给其他人是啥会？嗯？哇，我竟然可以拿到这个！然后听一个铃章的东西，这个怎么越来越多了？礼物的时刻要到了吧？看、啊，怎么是这个？真上绝一门哎、欸！要打什么？我要猜这个，我怕打那个出事，我不要，我不要打这个，打这个。表情按出来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我陪你，我陪你。整场之后我打过条子，好烦心。不是，我真的不敢打。你倒是很敢打筒子吗？你倒是很敢打这个吗？想一下哦，想一下哦。感觉浮潜那也比较恐怖啊！哦，你又知道，我打开轰，哇哇，条子塞满了、啊！哦 shit， 我猜了，哦 shit， 哦耶！ Oh yeah, 我表情准备好了，你看现在我打这个、啊，谁敢打东风啊？谁敢打这些啊？你在要别人的个子，我受不了啊！我暂停你的权限了啦！不行啊！他在要别人个子了啦，打吗？我在要了啦。哦，想一下哦，想一下哦。我不敢打这张啦，白痴哦、喔。嗯。哦，都猜对了哦。OK 吧？还好啊，这个可以打。都猜对了，对了。哇，安全度过，吓死！北风可以打，老远抓到了吗？干摸上来是一桶，可惜没回来。吓死！我摸到五条，不敢打、啊。摸到一条哎、欸！哇塞，你要打一条就送你下去喽，恐怖哎、欸！你都没出事啊，我自己来的，我自己来的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是什么游戏？白本就是要这么白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原来才难一局而已，不要丧志，不要灰心。嗯。这个东风碰，原来像南风哎、欸。8500块有差吗？有啊，他俩东风杠下去，反手也北风。对啊。好、哦，没有在这里，还有一张啊，但是在你手上，作弊哦，还有这样东风是作弊哦，有啊，我都不知道雀魂可以开那个遥控器耶，什么遥控器？我最近就是因为最近看了那个什么永亮旗靠背，所以整个那个我的 YouTube 版面就会说永亮旗。不是，我感觉都是什么哪里抓老千，哪里抓老千，然后我就会想说，哦，这老千怎么做？我看一下，嗯，然后就看到一个新闻是说，
他可以拿那个干扰器，然后去干扰你的自动麻将桌，然后可以干扰到东风，然后把你的牌洗得特别好。哦，好屌哦！那磁铁不是就只有磁铁而已吗？不是磁铁，它是一个遥控器，没有晶片哦、啊。对啊，很屌哎、欸！扯啊！你好扯哦！我好扯哦！转运了吗？你好扯哦！转运了吗？转运了吗？有没有把一发自摸吗？用电器好扯哦！用电器好扯哦！垃圾！还好吧？还好。2900哦，2900。2900。还活着。摸一盖。原来吃混了。廖西好难哦，是找错人的。大家都好会打牌哦。你觉得要找？我最不会打牌啊。哇，这牌又要我搞。哇，你怎么到处搞啊？好好哦。到处搞，到处搞，听起来还蛮爽的。对啊，一直都搞哎。看广告，好扯哦！哦，有奈终于讲起舞了，受不了了，终于要起舞了。它里面有四张七条，可是我只有三一般吗？用李宝牌看看啊，你就期望我们在这中途杠了一下咯。我应该是不会杠，我也不杠。有会杠给我吗？不会，有会那么用电视给你有还回去了、欸、送幸福咯，第四万，哈哈哈哈哈！还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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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来了，回来了、欸！一个满贯不会飞了，一个满贯不会飞了。这牌有啦，我的牌例子被满贯会飞。我的牌都很赞哎、欸，我的牌。为什么大家都可以牌很赞？我没有啊，没有很赞的。我说我的牌，我们没有说很赚的。你的牌建立起共鸣，嗯，他会回应你的呼唤。你看我的牌一直在回应我，一直进对子啊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比较好。对子太多，你会玩日马哎、欸。话说我想很久，为什么直播写防疫马铃薯是什么意思？防疫马铃薯就是你在家里当太久了，变成一颗马铃薯，就是这样。嗯，可爱的马铃薯。没错，现在的小朋友都不懂马铃薯的感觉、哎。完美，好好哦。你谁叫你要碰的？七对子一向天啊、哦！想一下，要不要搞？搞一波，碰碰舞了吗？你这样我要开搞了，没有问题。开搞，大家都有得搞。不要开搞，反正我绝对不会喝到酱油。我有拿过一位耶。有拿过一位就不用喝了，是不是？刚刚什么？刚刚什么声音？那个我家吧啊！刚是什么短短，然后一个亲嘴的声音，那啥小啊？你是不是赖赖显示出来的声音啊？没有啊，我的赖又没开，不知道怎么会。反正我是没听到声音啊，我也没听到声音。完了，完了，
出事了，还不能去庙宇拜拜，出事了。啊，他现在只是说，他现在只是说不能那个，就是整车车过去，游览单独还是可以吧？不能去挂印，就是游览车不能整团车过去啊。我打一张四万，我先碰了四万。这到底是什么声音？出事了。没听到啊！出事了，你电脑中毒哦？应该不至于吧？哦，阿金把我的杠材都打掉了，看来等下是要唬阿金了。很像以前那个，你不小心点到别人的无名小站，才开始乱播东西。爱你爱你爱你哦，那种哦，不知道。对，那个是即时通吧？那个元气干仔，露出年龄啦。还好吧，即时通还行吧。不是你问你聊天室的人，可是我跟阿靖差不多年龄，还是不懂这个梗啊。没有啊，这个梗比较偏门的。我是说马铃薯的部分。现在 PC 上的东西有没有被抢光了？会不会只剩下松响炮没有被买完？他真的有那么惨吗？哦、他买一碗给你吃，你要买一碗给他吃宵夜。吃完才可以睡，吃完没吃完要加一匙酱油在里面，那不行了，变成酱油拉面。哦，可是这个时候突然间，换面的时候就很想吃梨酱哎，看啊，你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提起拉面？哎、欸，这个时候是去吃哎、欸，看冲啊小啊，因为你提起拉面被制裁，哇，你还真的是抓我哎。OK 吧，给大家 OK 啊，怎么听对倒啊？哦，没想到哎、欸，想不到吧？原来装没了，他怎么生活？没办法、啊，他连壶两把跳满就有啊。我今天就全年补货，泡面跟卫生纸全部被扫空。我看今天可能连双响炮都被扫空了。哎、欸，看世界末日没得吃了。说双响炮真的那么可怕吗？好啦，等一下就是那个，就是你等一下你可以二选一啊，喝酱油或者是吃一碗双响炮，但是汤要喝完啦、啊。哦，OK 吧？因为要洗肾嘛，那是 OK 吧？它的难喝是什么样？难喝很咸吗？应该是很咸呢、啊。哭啊！没关系啊，你俩可以二选一啊，真的。啊，我是吃泡面会喝汤的人。对啊，那很好啊。阿靖有玩《魔猎人》R I C E 吗？我故意不念出来。魔猎人R I C E 吗？魔猎人饭。魔猎人 rice。翻烤窑，翻成中文的话，魔猎人米饭。好好吃啊！我有玩了、啊，我有玩了、啊，只是都没有开台给大家看而已。啊，我们私下再玩。我、哦、是不是打错了？没有啊。你刚刚那牌留着，你说不定会逆转。哇！你说不定会逆转。你这把逆转，我一定肃然起敬，帮你抖个橘砖。肃然，要干什么？肃然。奇怪的话。肃然起敬，观众说酱油说不定都没有比双响炮还要咸，太扯了吧，太咸了吧，还是你的酱包可以加一点点就好，但是它还是超咸，真的有那么咸？真的有那么咸吗？好吗？如果要吃宵夜，就买一个看看，应该买得到啦。既然哎、欸，肯定买得到啊，没有问题啊。没打吗？我每张你都没有。打没打没有。那可以开台给观众玩，给观众玩看《魔猎人》饭吗？下次啊，下次啊。
现在不是时候，唔丢席啊，跟水果一样。很奇怪，之后就可以做猫村子啊。我就是觉得哈，喝完我选择喝酱油，怎么那么夸张？我想你喝完觉得太咸，喝酱油清清口。会不会有人在这个挑战里面就是做了什么双响炮喝汤挑战，然后像以前一样病毒式的自摸？例子自摸断腰两宝。哎呀，应该没有牌，没你，没有牌怎么没有中？没被你，不会被你啊？那没你把牌没中，不会你。最后一把了，尤奈。尤奈加油！怎么又可以搞啊？我怎么都搞不起来！哇，我没有信仰，没有信仰，没有信仰，怎么搞得起来？哇，我有信仰啊！真的跟信仰没关系耶。国四无双都只来两三张而已，你就是要跟你的牌建立起沟通的桥梁，加好感度，双倍的面。双倍的面，三倍的咸，四倍的辛酸。好，我爸爸说更想好了，五倍的价格，五倍的价格，太坑了，谁要买？五倍的钠含量好像，五倍的钠含量好像比较实际一点。对啊，现在是怎样？有，怎么怎样？轮到你啦，我们互碰，然后轮到你啊。就是这样子，没有错啦。六倍的肾衰竭，不要再跳，再跳上去，我真的会被告啊！你可以抓，我可以抓，我也觉得好像可以抓。你可以抓，我抓，我摊开，他没有六倍的肾衰竭，啊，就有七倍，完了。哦，好难打哦。这个没有戏吗？再想一下，再想一下。真的要吗？要吗？好，相信自己，成就自己。哦、那我是酱料咸度的话，那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？我觉得最没有，我觉得最极致的泡泡面，谁在跟你控制咸度？酱包就是 all in， 我觉得最极致的痛苦是，人家叫尤奈去吃梨酱，然后带着双强包的酱包把它加进去。哦，不要浪费一个好东西。只能看着你吃梨酱。福谦现在在新竹。在新竹、啊，干嘛？你要堵他哦、啊？没有，他只是问你要不要来吃梨酱而已。神经病，可以啦，现在坐车来得及啊。哎、欸、呀，今天假日，我不知道你在哪，很合理。没有，我们一直以为你要上班啊，直到今天宣布了185家。对啊，我昨天也以为我今天可以上班，我昨天原本以为昨天不能上班又可以，然后没想到今天早上起来又不行了。你是想上班的、哦？他本来就是想上班的。都可以啊，都可以啊。上班就是休闲啦、啊。哟，在忙是兴趣。上班就在、啊、上班是兴趣啊。大家好顺利，又更大喽！又更大喽！好，好，我干，好，我干，拿出来，来，白痴哦、喔！什么？什么字母？我选错牌了啊！哎、啊，我说你们的牌随便就这么好？哪有啊？是他们两个啦！哎、欸，你死了哎、欸！应该没飞。哦，我懂。欸、我还有2000呢、欸。你可以拿去买双响炮。我刚刚选对了，我就自摸了。哈哈哈不利子的。好。再一把吗？再一把，有点要再喷一把，你至少可以少喝一点。不要，不要。你可以从双响炮加一支酱油变成双响炮而已。
说不定加酱油还比较好吃诶。刚有人说他的汤没有汤头感觉，感觉是清水加调味料，太残忍了吧！我很喜欢这只诶。下广告好，我觉得这只蛮好看的。没有，他表情很可爱。我这把又要起舞了吗？你又想起舞吗？还想起舞吗？是可以起舞吗？为什么浮现这种电子音呢、啊？看，因为很兴奋。我有加 auto tune 吗？我要起舞，展现我的决心。等我一下啊！好。我刚刚去开电风扇，我觉得好热。到底谁跟我说2021会更好的？到底是谁？我有看到一个梗图啊，就是去年然后跟今年只有好半个音阶。哦，那个梗图啊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就是去年到今年没有好很多的意思。哦，对啊。这个牌张真的行吗？你用打宝牌，好好哦，多大满啊！我怎么打这种东西？不行，我今天不行，怎么猜怎么猜错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氪金抽角色。可是，我没氪吗？啊，我有氪金没抽到啦。啊，我没有氪，我没有氪。那就对啦，但是我在其他麻将游戏有氪啊，那时候这样算的吗？这样算的、啊，那应该不算吧？我代表我贡献这个麻将生态啊，对吧？哦，在贡献在这个电竞麻将的这个生态上做了一点贡献。到底是唯一炸酱面的汤难喝，还是双响泡双响泡的面难喝？啊、不是汤干，我在啊！我一炸酱的汤没有很难喝，没有很难喝啊！我一炸酱面的汤还可以拿去炒泡面呢、欸，我都会把维力炸酱面的那个汤粉加到维力炸酱面里面吃，好咸哦、喔！救命、喔！你应该会很喜欢双响泡。哇，你的胃好咸哦、喔，你的肾好咸哦、喔，你的口味好重。对啊，你这样子吃，你知道你的钠含量会飙高吗？啊、你原本喝汤还不是加进去喝完？哇，吵架！我不会，我吃炸酱面不喝汤的。真的吗？那我不喝汤，我汤包都会叠在。我以前住宿舍，我只要吃我一炸酱面就把汤包堆起来，然后我的室友就会把早上当玉米浓汤在喝。哇，太硬了啊！那个跟玉米浓能不能比、欸？那个很咸呢、欸。他说早上喝一杯很爽，我说你有病。没有吧？那喝只有喝那个不爽吧？哦，阿基是想放一满啊，东风还想放一满，那我就算了，我打两张哎。什么什么东西？一满是什么？亚克曼，就是32000点。你胡的话就是48000。你力，我看我的魔身上蹲不着。我操！我猜一下，想一下，五桶安全，五桶安全。我一发自摸，哎呀！我感受到你不想加一匙酱油的心了。一直一发自摸，抖平湖一气杀小啊！为什么不能加的？而且他这个听147耶，白痴哦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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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刚刚怎么可以抽到这一把？我刚刚应该让他直接去喝就对了。可以少加一匙酱油了 ，OK OK。大家说再一把就好。好了，开心了。原来还能起舞吗？我怎么多扣1000块啦？原来不能胡大牌开始怂啊！怎么可以一胡大牌就开始气呢？必须的吧？可是维力炸酱面的汤没有味道，是我加太多水吧？你已经加太多水。嗯，维力炸酱面的味道哦。这个是深刻到很难忘记耶。咸吧？你们唯一炸酱面都怎么泡、啊？哦，唯一炸酱面肯定是要再买一罐那个唯一炸酱，再给它加一匙下去啊。
疯了，吃起来。之前会煮白饭，然后那个维力炸酱直接吃，拌着饭吃。可以啊，我是没有这么拼啊，我是因为那一罐通通冰冰箱啦，所以我会煮个面线，然后拌它啦。面线是至少蛮热的，而且有点水分才拌得开。不是啊，拌也是蛮热的。是啊，要有水分才拌得开哦、喔，不然很筋呢、欸。这面煮的有点稀饭那种。你是怎么把上面那一层油全部都给它拌进去，舒服？你不要挖那个、欸，我也有拌过那个沙茶酱。你要捞上面的那部分吗？油的部分吗？油不能吃吧？可以啊，油怎么不能吃？我意大利面条加维力炸酱超赞，合理，我也觉得合理。我以前在读五专的时候，我们为了省钱，我们会去吃那种。你在做什么东西啦？啊，我打错牌了啦，我靠药哦。给你啦，我来打掉。会自己气死哎、欸！怎么可以打错牌？有维力炸酱面加青菜的吗？加青菜很合理吧？嗯。你不能污染维力炸酱面纯粹的味道，好不好？怎么可以嚼到菜咧？还行吧？不行啊！行啊！我怎么可以？我们被玷污了哎、欸！那是很神圣的东西、欸。那在里面加玉米笋可以吗？维力炸酱面就是只要有面跟酱就好了。那加一颗蛋？不行。加一颗蛋，加一点美乃滋，加一点美乃滋，给我弄一点，弄一颗糖心蛋在旁边都可以，不要加进去。而且你去看我之前拍那個影片啊！哦，白痴哦，有我看过。加一颗蛋，加一颗葱，加一点葱，哇操，美乃滋，哇哦，这是什么世界？看，我不要放枪。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听红中？对啊。我相信他不会这么坏。他会，他笑了，他听发财。可他听我这段可能性很低耶、欸，6786663456。那你怎么都是这些？你都吃成那样的，都拿那些很合理吧？我会再开一罐面筋或是海底筋，看海底筋很好吃。不要哦，耶、yeah! ！我苟住了，我好怕、啊。我要猜啊，看我打错牌，看我有机会屌，就有点弄，怎样？撑不撑得住？七条，还有叶落风，三声豆，我觉得不知道，啊、怎么办？我怎么会在最后拿到这张？来吧，优奈，来吧，三条吗？发财，出来吧！哎、欸，我不敢打发财。那就守住啊，打别张啊！打了啦，打发财了啦！你会发大财啊！发财啊！你要当财神爷啊！发大财啊！你怎么怂了？你怎么在最后一刻怂了？优奈。发财没有人打过哎、欸，你听哦，你也没听发财。最后一张在我手上，加油安安！我刚那把胡下去，舒舒服服啊 ，OK 吧 ？OK 吧？这让我想到最近演算法好常推我蛇丸的影片哦、喔，就有蛇丸在内的影片。是你不小心点到了他的影片，你不小心看了谁吧？没有啦，我都没有看蛇丸的影片，但是好是最近看健保那个影片啊。哦，你说你看了一部健保就不小心都蛇丸，然后刚又刷到那个什么，哎、欸，谁跟蛇丸的、啊？我有点忘记了。他们刚刷到就都是 Peter 的影片啊。哦，哇！我只知道你刷到大雅的，就会全部都是大雅的。台中南回彰化老家染疫，详细足迹曝光。Oh shit！
哦，那个卖水果的。意外不意外？一点都不意外。嗯。冷冻的青豆才不好吃吧？冷冻的青豆，青豆本来就不是好吃的东西啊，谁会喜欢青豆？希望可以让我运气好一点，我运气超差，我已经连输三把。哎、欸，啦，青豆有一个好处是那个小时候吃的靠腰怎么八万？青豆那个、啊、那个什么一个袋装的干燥那个，什么青豆毛豆吗？青豆酥吧，在讲那个青豆酥吧。哇，青豆酥超好吃哎、欸，零食吧，那算加工也不算哦。我之前买到一罐超生的维力炸酱面，整碗面都毁了。哇哦！泡面也会坏吗？刚刚喝了半罐高粱，现在头很晕，笑了你疯了吗？是买那种单独一罐的酱吧？对，他买酱，他买酱。我之前买到是生虫虫的水果罐头，虫虫还是会动，好恐怖哦！那我便告诉大家，我之前在那个全家买东西。然后我想说全给预饭团就好，因为他们要去比赛。至少日期我好看哦，是后天才过期。然后我一咬肉松口味，妈的是酸的！这怎么那么衰啊？妈的是酸的！你买到的是那个啦，青柠肉酸口味啦。青柠，对啊，可以吧？青柠肉松口味，青柠肉松，太悲惨了吧！啊，要立志章吗？先不要，先不要。我不要，让我车。哇，庄家哎、欸，在淡水买过铝箔包果汁，喝完才发现过期了两年，味道正常。不了啦、啊！你那是保酒乳那种东西吗？不是吧，保酒乳过期两年臭吧？应该是什么苹果系列、啊、了吧？阿、啊、杰，要不要做做看？阿华田摆他哦，你是说红酒那一种了？然后两张真是没办法。他是说酒吧酒过期吗？红酒过期？酒有保存期限吗？没有啊。那个什么要看什么酒？米酒要看什么酒？米酒应该坏吧？度数比较高的，普遍来讲，你很难，它很难会坏了。那越放越好喝吗？哎、欸，绝大部分不会。好烂！为什么都会有什么几年酿的、几年酿的？它是它留在桶子里面睡觉的时间啊，但是你把它已经从桶子里面装到瓶子里面啊，它就是玻璃瓶，它放个三十年，它不会坏，你都应该谢天谢地了，你还希望它变好喝？哦所以是桶子有魔力，对，所以桶子可以哦、喔。桶子可以啊，桶子没有不行。长知识，是葡萄汁，葡萄汁没错。铝箔包果汁买的是，当现在刚刚当过全家店员，常常吃下架吃的前几天的，甚至前几个礼拜的钱的。欸没办法、啊，那种就一定哎、欸，要么就扔掉了啊。那个吃也好、啊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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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为什么？我是说大筒子，快跑！不紧张，不紧张，还没出事，还没出事。啊，拿到柿饼他碰走怎么办？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哦，对耶，不紧张啦，我哪会每一把都做这种东西？我们可以酝酿发酵，让它越陈越香。那我们把什么东西放在里面可以越陈越香？姜水、臭豆腐吧。啊？臭豆腐啊？臭豆腐放在桶子里面会越陈越香。臭豆腐的本质也是发酵啊。是的。可是我就有认识很不喜欢吃臭豆腐的人呢。对呀、啊。大的吗？还是那种汤的？我爱你，你爱我吗？我爱我的。大的，大的。为什么阿信都读你的留言？因为他是我的简介啊，你懂不懂啊？还在吃醋吗？哦，柿饼是宝牌，早知道就留下来了，亏亏逼啊！
牛奶是不是在搞啊？谁呀、啊？我就只是烂而已。哦，繁星我怎么要立直啦？游戏中无法看梅子留言，请见谅，没有错啦。你没看到我这根葱很久没出现了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打个北风压压惊。很危险，很危险。嗯，怎么那么多东风？我不知道，后面都来了、欸。哦，这盘很可怕，才没有嘞，这盘超无聊的啦。我没有在增减阶了啦，怎么四条啦？你们就在互咬了、欸。在防，我在防繁星，你在那边四条。赞啦！我还小鸡鸡啦。大家想看大的牌是不是？当然你想看大的，我要搞大的，我要搓把大的了啦，我要搓把大的啦，大玉螺旋丸。我的庄家不见啦，我不开心。那你有看过？你有看过那个影片吗？就是算，就是火影忍者里面出现哪一颗螺旋丸最大的影片？有，我有看过。我没有。我跟你讲，那个频道，我真的觉得超屌了。还有那个、啊、你有空的胸围啊什么不是吗？对啊，然后还有什么忍者联军真的有多少人之类的？那有多少人？超屌的、欸，那个影片很屌，那个影片真的很屌，太科普了吧？不是科普，太险了吧？你看那怎么看沉默啊？我就想要怎样保住一位才可以少加一支酱油。我没有，我只是靠晒仔。哎、欸，如果这把再爆开，你真的要喝3罐酱油了。不要，你已经42000怎么输？怎么办？我真的很烂，我随随便便就会放个16000给你们。还好吧？那我们要不到16000啊？反正你真的快吃饱了啦。我要小鸡鸡。还是都我给你的。对，要玩吗？各位要玩吗？阿基有打算跟 Rico 合作吗？其实一直都我在想、欸，哎，结果我们都会用一些神秘力量，没有办法合作。什么力量？就神秘力量。哎、欸，你让我神不住呢、欸，福仙。扛不住欸，可以吧 ？OK 吧？扛不住欸，那还 OK 吧？扛不住，还行还行啊。等下再干个两张而已啊，没事啊。按错了，不是按这个。该不会真的要？喂，我阿金喂我，打得很重了呢。欢迎牛奶喂我，不行，你已经吃很多了。那敬畏的还不够，听起来总觉得在现实中好像也会发生这种事情。可反省不是我说他现在没有像以前吃那么多了吗？对啊，我其实胃口变很小了。然后像是刚刚是吃饭，他直接吃两碗拉面，说：“我、哦、干，我最近胃口变好小，再来一碗叉烧饭。”啊！小鸡鸡，哪有？我送你多送一张宝牌，烂鼠。小鸡鸡，小鸡鸡，我要爬起来。这不能再乱打啦！雀魂，说好了让我乱打呢，雀魂。我怕去喝酱油了呢。你不会啊，有我在后面。你试了2500跟我说后面。他说他有两点。我的点数可多着呢。
对啊，下午玩的好好的，晚上怎么就没有了？下午玩的开开心心的，真的开开心心呢、欸。怎么一下就出事了？对 J。有人说泡菜长得像喷，吃起来更像喷，怪不得会打折。糙米加白米的高顿粥，焦香牛肉风味。什么东西？终于找到，终于找到跟我一样的受害者了。就有一个是泡饭的那种，哎呦，然后很难吃，极度难吃。你说加个热水也是跟泡面很像那种吗？玉汁安安，对啊，然后听说那个超难吃。不是听说，是我吃过，超难吃。等一下，我看不太懂。那、啊、要开始算了，是不是？没事没事，截图给我看看，我跟你说，从最右边开始打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手牌在搞事，在搞事。好好哦，我搞不起来了，我不能起舞了。我跑不动了，我不能起舞了。手牌在搞事，泡面煮烂了怎么救？加一些淀粉做煎饼。哎、欸，番茄酱。哎、欸，你刚出来，你打两张宝牌，舒服啊。嗯，让你们宝牌也会赢。没错啊，起跑让你们也会赢的、啊。你牌怎么越来越奇怪？嗯，像我很难打呢，很难打呢。我一个不小心就成 VV 了，飞鬼安安。你的意思是说我看起来不像 V 吗？啊，是蛮不像的。哦，怎么打？啊，很深呢、欸，还很特别、欸。阿金是一种 V 吗？什么 V 啊？什么 V？ 是一种 V 啊，是一种 V 啊。我觉得偏难啊，但是如果真的摸得到，我就偷笑啊。阿金是滴滴吗？是，喜欢超过一个以上的话，那是啊。到底有谁没办法喜欢超过一个以上？你们看 YouTube 也是看超过一个以上啊。所以我觉得哈，大家都滴啊，大家都是滴。就那个八哈，那个八四光年的那个梗图，然后加那个无敌，全部都是滴滴。别想，哦，原来改变魔法顺序，有机会吗？啊，他不吃吗？不是泡吗？要吃要改变魔法顺序啊！啊，哦对，因为他原本摸的东西变成了，对，用奶哦。我都不行了、啊，不讲话了，再改一次了，越改越烂。所以要精准定义滴滴的话，丢主推比其他推的多到一点程度上，就能说自己不是滴滴了。你的会线什么会线？圆圈没事，飞哥会救你的。飞哥救你的，不可能海底啊！哎，打这张大家都安全。哎呦哎呦！哇，干嘛？我就没办法、啊，扛不住啦、啊。
原来傻小，清一色，原来傻小，哎、欸，清一色就可以就敢不说话是不是？还偷笑是不是？还不敢说话是不是？你只看不懂，怎么会看不懂？我一直看不懂，因为我那时候很乱。把你不懂的打出来啊！说真的，阿信在讲什么？你跟我说我不懂。没有转身啊，没有转身，就只是单纯的用皮直播，不想要开视讯镜头而已。如果我真的创一个频道，然后说我是 V 起家，那就是转身。嗯，把以前的频道通通删掉。那不行，那我绝对办不到。打赌了，直接冻死，直接冻死在路边。真的，直接再见。为什么要放弃这个要40万的频道，然后去经营一个可能不会成功的频道？而且大家还知道你通知人是谁？转身的故事。通知人还被发现了。不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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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扛不住了，扛不住了，弟弟，我们已经告诉过你，不要再一直问奇怪的问题了，所以再见，拜拜。你是诱惑哎。啊！不知道怎么打，你都吃牌了，对不对？选择就是那几个，不会有事的。断幺九啊！他说不定是五六七，然后里面九张万子啊，好恐怖哦！脑子烧开了，我怎么吃的、啊？我是干嘛、啊？那个叫声，如果喜欢那个叫声的话，可以去对他的频道。我喜欢阿健人设，绿头发人设蛮好看的。之后会有啦，之后会有啦。等我的建模师建出来，等我的动态师弄出来，之后会有啊。嗯，不要再给我奶饼了啦。那哇，优奈，优奈干嘛？亲了啦。突然想到有点难想象蒜蓉可乐的感觉，就算说的很像蒜蓉酱，还是我跟你讲，你去买一瓶可乐，然后你带着可乐去那个炒面店，你知道吗？吃炒面就，然后直接把那个蒜泥挖进去，然后摇一摇，搞定。还是回到三色豆跟双响炮的，不要再双啊！我怎么下一次打七万啊？没事。没事，我活着。哼，我真的不想打牌。少几张一饼啊，我干嘛、啊？哦。怎么翻掉？好坏哦、喔！我慢慢磨他，我把他抓下来。我才中三局而已，打那么久，打那么久，原来是听牌了。刚刚先把他抓下来。好了，多大的？怎么打这么久啊？是吧？比我想象中的还久。好，我下广告，大家都说没吃到啊，有什么用？那你可以问观众说，可以心理作用，是你可以问观众说，三十分钟到可以喂我吃抖内吗？三十分钟，那个喂我吃抖内的时间到，有人要喂我抖内吗？过了。那我设闹钟啊，闹钟响了，有没有？问我的抖内来了吗？你问我的抖内呢？我抖内可以来了吗？有抖内该到了吧？抖内不是这样用的。抖内在路上咯，取餐定期喂药，定期投药。
你要说三十分钟不吃这抖内，我会哦，全身不舒服。应该这样说，我改了抖内营销，有人想今天看吗？没有，我的牌很普通。那是不应该是葛的啊？摸到是葛哎、欸。还能起舞吗？看来是不能的。咱们一二三还想起舞哦。可我真的很难判定 YouTube 吃广告这个界限的。你按下去就，那很像一个什么，很像平安符哎、欸。台龟是定期抖一个红 SC， 好爽哦、喔！看来我还能起舞哦。谁的台龟这么凶啊？我当了三张九条，好爽哦、喔！我刚打四张一饼啊。是吗？你刚刚打四张一饼，真的真的，我打四张一饼啊！我刚才在那边靠腰，我打四张一饼哎，我就没注意哦。要搞吗？可是这搞了下去有用吗？好了，搞了搞了。阿金知道要跟罗伊合作吗？嗯，这要看罗伊呢，这不是看我呢，看我呢，这不是看我呢。我每个礼拜都有定期的片要拍啊，所以真的是看罗伊，不是看我呢。有奶喂我下广告，我也不理下广告。那个我的那个吃抖内的时间到了，我希望我可以没有好看笑，没有人要给肥来吃抖内好吗？很期待跟仓鼠人合作啊，这也很不一定啊，真是缘分缘分缘分。不过、啊、你也没有问了什么很不礼貌的问题啊，没事。今天的主题就是防疫马铃薯吗？为什么不能摸牌？每次在我有长篇大论可以讲的时候，我就不能摸牌、欸。那我还是闭嘴好了。那就让你省点事啊！哇哦！快点快点快点！哦哇哦哦哇哦！浮现哦哇哦！你冲三小杀人哦！浮现你冲三小，打太久了，你的球你要去处理啊，浮现。谢谢飞龟，请我吃150块的抖内。谢谢，飞哥不要闹了，你已经很辛苦了，不要闹了，飞哥不要闹了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因为我刚乱打哦，哦哟，怎么办？这个我也不敢打，这个我也不敢打，这个我也不敢打，我要干，我要干，快点，再一个就可以留，这个算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你，等你，等你，很危险，很危险，这很危险，两番很危险。我靠，好多番，很危险，很危险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我不能乱打了，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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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凉了，凉了，凉了！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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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凉气，凉凉凉凉凉！聊四杠啦，散聊啦！怎么会拿到这个啊？等下，等下，等下！啊，尴尬，尴尬！先打这个。我刚怎么都不听牌、欸？这个怎么还没出现过？我要打，我没听啊，我还以为福谦听了说，哎、欸，我的钱就这样一滴一滴的被拿走了。不是，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怎么还在东山局啊？不能怪我，我在做大牌了、欸，哎。哎呦啊！哎呦啊！哎呦啊！怎么还在东山局？啊！我笑得很开心啊。九层塔，我觉得九层塔很好吃哎、欸，我也觉得不错啊。荔枝吧，圆圈不要抖我75块啊，太少了啦！那我从你的薪水里面扣，从你的薪水里面扣75块，这样我比较省啊。你要抖，你要先讲啊，要不然你盖得很快啊。嗯，好啦好啦，谢圆圈，我把75块加回去你的薪水里面。哎呦，好赚！可是有手续费哎、欸。啊，没办法、啊，好吧。说赚的是圆圈，对，亏的是你。哦，白痴哦、喔，我爸妈进气到底是怎样哦？
哦，我是不是不能吃抖内？你说你吃抖内会开始衰吗？那我抖个6000，谢老板，不行啊！你抖6000，我会再扣6000。对，多少啊？400多块，500块。我还没在黑云那看到和阿进吃火锅的影片，不是这餐我寝室之前胡子测谎师阿进说的。欸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他没有上欸。啊？有找你，但是没有上啊。找我跟小杰还有很多人欸。啊！那个时候他不是说怕延上，所以延上吗？怕延上也太久了吧，已经五月了。我那时候拍完真的很久欸。站在黑羽的立场啊，我忘记了，有这回事吗？啊、好像阿进、啊、有考虑开绿界吗？其实我一直很想知道观众对绿界跟对于这个 YouTube 的那种抖内的差异性在哪里？绿界真的有这么方便吗？绿界比较不会吃太多的那个手续费。手续费啊，我知道，就是给我们的话，我们手续费会比较抖内的人他们会方便嘛？对啊，你们抖内抖我的第一次抖内，谢谢谢谢。谢谢 Len， 好了，那我很不会剪，很不会念。我也是过很久才开始用绿界的、啊。那真的很谢谢你75块哦，哦，谢谢，谢谢。待会牛奶的那个酱油就从这个抖内的钱里面买。哎、欸，对不起，不要把人家的抖内换成酱油。对不起啦，福建不要生气，是不会对不起啊，是。怎麼會是太牛逼了吧！我们的东山局要持续，我们持续30分钟。刚老板开台之后300，请优奈吃咸酥鸡，我会请他吃咸酥鸡，然后泡在酱油里面，然后再拿去气炸锅炸。喂，欸，这样子烘干很酷哎、欸，绿界很方便，这样子我就可以无时无刻可以抖内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如果我要研究绿界的话，我就要先我皮又不动了，我去你的！我知道了，你研究完再教我就好了。我研究完没有？我研究完绿界，我要先把那个就是抖绿界抖内跳那个通知出来，甚至还要让 Google 小姐念，啊、然后还要唱歌。哎、欸，不知道可不可以把那个浩哥的那个声音变成念抖内的声音呢？哇，可以吧？太牛了吧！你要点。那个不是有软体可以输入就可以了？对、啊、我记得还有软体啊，它还自动帮你。我爱浩哥，会不会抖太少？不会不会，有抖内有心意，75块小小的推，小小的这个助力哈，就是对给我们最大的帮助。珍珠奶茶，对啊，你抖75块，你等于少吃一个便当，我多吃一个便当哎、欸。哇，好像不太，是不是听起来很过分？吃太多了，是不是听起来很过分？所以你看。那人家抖那一点，你的那个虚拟皮就要拉宽一点。哇，靠腰，为什么啦？你说越来越挡路，然后把自己的那个把自己的牌都挡住嘛，就越来越挡路，越来越吃胖了，多吃一个便当。现在你们看不到我右手边的两张牌，就抖一个啊，盖一张牌啊。哦，黄河马，谢谢你抖75块，告诉我要帮优奈买酱油。好的，谢谢。谢谢，这个75块，我会把它通通拿去买酱油，我会把它叠到可以买屏东的那个很贵的那个酱油为止。屏科大酱油，屏科大博盐酱油，没错。安南魔鬼，要吗？他抖内，我要再成长一点，我要让自己再成长一点。好，我刚才的牌要用猜的哎、欸。好了好了，立了，哪次不立啦？哪次不立啦？圆圈不要再抖了，抖起来看能不能让阿金占满整个画面。你大家这个幅度会越来越少，越吃越胖的要吃更多才会更茁壮。每天都可以一直立。我没有一直立啦，我刚都是小小鸡鸡而已啦。阿进不会累，排好啦，现在10点了。想一下。我哥以兔子当人设，你游戏实况者就是以绿界也会 Google 自动念。哦，
我们终于要结束这个痛苦的东山局了。太久了，太久了。阿浅斗这边不要抖，给我酱油钱，谢谢冯婉。哦，好大哦！不要菜哦！我假菜哦！我怎么可以多到四饼啊？尤奈，你不是意外了？哎、欸，我真的要喝酱油，不要闹！我没有喜欢喝酱油，错误资讯，你们怎么会误会？所以看来这一把就要结束在东四局了。对，由奈人生现在是变成喜欢喝酱油了吗？不要，以后抖给你就是老班要不要卖酱油？我不要，不要酱油。老班要不要卖酱油？哎、欸，我今天输很惨呢、欸。我如果这个从一位再被打下来，我就直接连输四把了。我到底是不是？你如果从一位被打下，你会怎样吗？我会怎样？他心态一定崩。我很崩啊。我、哦、心太炸，我玻璃心都破了。酱油，酱油，酱油！单身前的五天、哦，还可以跟他这么好笑的台。等一下，单身前的五天，我的中文理解有问题啊？单身前的五天是单身后还是要单身？他准备了这个意思吧？准备要单身还是准备没有单身？准备脱单了吧？然后脱离单身，对。五天后脱离单身啊？准这么好康的我也要准情人，不要不要不要拿去买酱油，不要酱油，鱼露加砂糖应该不错。鱼露很恶心、欸、我觉得鱼露比酱油恶心、欸、我觉得那个很臭哎、欸。大家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耶、yeah ！你们已经够努力了。哎、欸，我没有听到浮现例子、欸、我一直在聊天，我现在在一个。我也不知道在打什么啊！我一个很 chill 的情绪在乱打牌、欸。你已经够努力了，可以了。这个给你。没事，我这里有一张。喝之前先叫救护车。Oh no！ 我刚刚碰的是八条吗？条啊。刚用虾酱，虾酱就还好。我觉得鱼露真的很恶哎、欸，酱油加 ASG， 咸死，咸死。鱼露很好闻，你真的假的 ？I can't believe it！ 鱼露哎、欸，哦，如果我的表情可以多一点，可以做那个哎、欸，我肯定一定做哎。哼、欸啊，什么？你都给我75块，告诉我你五天后要结婚了？什么？哇！嗯我没有动，五天后是这个意思。算我不想说，就是可能你的婚礼可能没办法照常办，你知道吗？但是非常恭喜恭喜，真的恭喜你！我为了你，我可以把这个我人再变大一点，你想多大都可以。啊、不是啊，可以先结婚啊，等到好一点再办啊。我现在摸不到牌，是不是？繁星是不是好东西？哦，在选。没有，你们足够辛苦了。为什么？他要移位了。他说他要连续武装，让我们这把打到十二点。对。哦不。哎、欸，你们抖完之后，我的牌越来越鬼哎、欸。不要闹了。闪光弹杀一千，我觉得结婚啊。我跟你讲，我必须跟各位说，看到情侣那叫闪光弹，看到结婚那个要好好的祝福别人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现在没办法回答你们。为什么？哇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可以？为什么我可以？为什么？你不要拿人家的抖内就这样乱例子。为什么我可以？可以发哦，讨厌哦。为什么我可以？对，一定是这个结婚的抖内吼，有一点厉害，哦，有点太厉害了。谢谢圆圈，很烂哎。阿纪，你要再发75块给圆圈。我再发七十，我怎么可以那么快就虎了？好好哦。没有了，我跟台很久，只是一直没说话啊。
可以啦。说起来，我觉得酱油里面最好吃的就是四季。四季是拿来泡，四季是拿来泡那个茶叶蛋的。我觉得四季耳很好。对，四季是统一，四季是统一的吧？刚刚还在看挖掘恐龙，我必须跟大家说，挖掘恐龙真的蛮好吃，也蛮好玩，很甜呢。啊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对吧？刚才怎么有点卡住？还好吧？那买给他喝，先登记再写，终于要跟到现在。Oh no！ 跟很久跟他结婚呢。我的观众。从看到结婚呢，然后我还没结婚，我在这兒，还在这边喝酱油，我还在这里考虑要不要买酱油。为什么浮潜打这么快？老板要不要买酱油？没有，他切自动了，他不爽了。还闹，你有什么好想的？就打、啊。观众说：“有奶开市了，要买四季。”你刚刚讲很像什么？很像什么神明突然，哇，对不对啊？一样四季耶？没有，我只是啊，我没有。在不用手的情况下挖出最完美的恐龙，用舔的哦？没有，我们用筷子挖。用筷子挖也是用手啊？没有啊，我们用筷子。所以是四季的各种口味混搭吗？是这样吗？四季有还有什么各种口味？是不是可以买一？是不是可以做一集，就是让你评测各种酱油，看你猜得出是哪一个品牌？为什么是我？啊，就是老板要不要买酱油？哇哦！你看，在讨论要买什么酱油的时候，人家就例子了。不可以聊到酱油的时候就例子啊！哦。什么时候才可以跟优奈结婚？先等等，先不要。筷子给中国人的手。那我们觉得，喂，我要用。听到栗子的声音怎么办？两边都栗子了。嗯，那就双响好了。叉叉买酱油，不要，我们不提叉叉买酱油。不会吧？哦，是他牌超大，快把他抓下来！他牌超大。啊应该目标是阿静了吧？不对耶，不对耶，尤奈不对耶，不对耶。为什么？你怎么渐渐的走向毁灭？我就说不太妙，我就知道这局可能也是凶多吉少。不对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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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对耶。重点是不对耶，一定是。算了，还是不要再乱扣别人好了。我还是不要乱说话。我刚才说，一定是优奈抖内吃的不够多，很多了，很多了。或者是你们抖给他的时候要说，这是酱油，去买。他们刚刚就这样啊。这是酱油钱，去买。他们刚刚就这样，难怪我走向死亡。你说越抖越黑吗？咦，怎么点数越来越少了？嗯，刚刚不是还三万多吗？嗯，刚四万多啊，刚四万多是不是？你刚是接近我的点数。嗯，不要放弃希望啊 ，Ulai， 阿基拉没奈，阿基拉没奈呀，我是大一位，不要闹了。虽然说不要闹，我觉得我好像在乱打牌。他竟讲台语了，他讲台语是标配吧？有难同当，所以要不要到底要不要拍一集让优奈去评测各种酱油啊？我不要。你猜对一题给你100，哇！可是我也没有很懂酱油啊，不要讲的好像我很懂酱油一样。你不是跟我说你是酱油博士吗？我什么时候说？你不是跟我说？不要造谣！你不是跟我说吃这个鲑鱼哈，一定要配这个什么酱油？我忘了。然后吃这个醋饭，一定要配这个什么酱油？有，我并没有那么挑。你把衣服打开，或有4罐小酱油，那拿出来。衣服打开，
衣服拉开后，四罐小酱油可能从哪拿的？从哪拿的？我可不记得我哪里可以藏酱油。你右边酱油，左边盐巴，太咸了吧？咸的代表，咸味人，欸，听起来很强。咸味人生，酱油牌子有上百种，难度不低。欸，我真的觉得评测酱油很酷，欸，是不是应该拍一下啊？我要写下来。没有评测，那个人是谁？他搞不好用闻的就闻得出来了，欸，是盲测酱油啦。哦，你要放在高脚杯里面给他醒一下，有没有？醒一下，是要醒去哪里？醒得更咸，是不是？对啊。怎样？或是，哇，这个发酵的大豆味，我知道了，这是坏掉的酱油。96年的金兰酱油。哇，96年的。96年，现在有点久了。波奇啊。我摸摸变这样，我刚想做的是那个，欸，好啦好啦，那不要在这里问简介的事情哦，喔。听说有透明酱油，改天可以把牛奶的水给替换成透明酱油。我跟你讲，他会气死。我跟你讲，他会气死。可是我本来就很少喝水了，所以说不定你放三天之后，然后你就说：“哎，有那你的水有没有怪怪的？”我说：“哦，没有啊，我还没喝。”没事啦，我也不要随便就这样自摸嘛。死的是我啊！没事啦，没事啦，没事啦。这大家他看大家不是还活得好好的？快死了。透明酱，我有觉得有甜酱油，不然我没有吃过甜酱油，欸，甜酱油是什么？酱油膏吗？酱油膏？我不喜欢酱油膏。要说你不喜欢导游膏，我不喜欢啊。你要给个理由啊！你拒绝别人，也要跟别人讲理由啊。他哥哥，他哥哥，那可以加水啊。他加水更恶，欸，没有，那你可以加酱油啊。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吃的，我开始就吃酱油。不是啊，酱油膏很稠嘛，你就加酱油稀释它。原本就吃酱油就好了，啊。透明酱油说是雪碧型牛奶喝，不行啊！透明酱油，你们现在这个梗在这里讲啊，他不就知道了？哦，你们很可爱呢。哦，欢迎陆云飞加入小厨房油精。陆云飞不是本来就是了吗？对，欸，他是续订吧？这应该是续订跑出来的吧？续订还会跑出来啊？会啊，跟退去一样啊。我不知道，都要退。我是乡巴佬。我想我是乡巴佬。我现在觉得把我的轮放那么大，是大家都比较喜欢。现在是要把轮放越大越好。大家喜欢你膨胀。邱老说：“原来你喜欢喝饮料，感觉可以在优奈饮料里面加半瓶苦精。”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你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，啊？你先说清楚。啊，你怎么从爱转的越来越怪？你的爱很扭曲，你的爱有点扭曲了。还是其实你想的是，就是如果尤奈很难过，然后开来跟我抱怨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抖内，然后安慰他一波。你的剧本是不是这样写？甜酱油，香港的李锦记，我记得家乐福有买。李锦记哦。哦，李锦记是蛮甜的，可李锦记我觉得有点像蚝油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嗯，有点像蚝油，不像蚝油，你们都不喜欢。酱油种类真的很多，欸，真的有点想买。卫生棉也很多，啊，不然就是买卫生棉给他吃，卫生棉给他测，对，用卫生棉来测酱油到底会吸多少水？哎，欸，好啊，到底会吸多少水呢？不要啦，那个测了我也不知道干嘛，我用不到。而且怎么可以评量一个女生的量是用酱油来评测的？这样太奇怪了吧？哦，我又在那个网络上看到是评那种的，有什么这个口香糖几克，然后让我讲吧。欸，想让你讲，可是时间快到，就是想骗我300秒，欸，我。
哇，我快死了，你不要再削我了好吗？那就轮到你了哦。对，这个牌桌怪怪的，一定是抖内，一定是抖内，一定是。这瓶水说是600克嘛，然后倒出来实测、啊、有没有600克这样子。哦，你说倒出来有没有实测600克，或者叫上是什么卫生棉说我可以承受600克，然后601克就开始漏。对，哇，超精准，哦吼，李锦记的亲好友可以直接当酱油用，我记得可以啊，但是要看有些人好像不太喜欢好友。好友到底跟酱油有什么差别、啊？记，好友有股豪味吗？有抖内有差，我也觉得有抖内有差。古意再也没出现过了、欸。好友比较鲜呢、啊，我决定下个月要加会员，谢谢啦。谢谢啦，我可能没办法去你的婚礼，但是我要祝你新婚快乐啦，谢谢啦，谢谢你加入会员，谢谢啦。哇，阿金，你知道 Rex 怎么了吗？大家影片都没有看到他。哦，因为 Rex 他有他自己的人生规划，他已经暂时的没有在大家就是帮忙跟工作。就他自己的人生规划、啊、我就欢送他，送他。嗯嗯，我他好像真的有点扭曲，愉悦，太愉悦了。啊！我今天是在阿金这边，他跑去又很好。甜酱油是香港吃鱼蛋淋下去的。哦，他好想吃鱼蛋哦，他想吃麻辣鱼蛋。你怎么栗子啦？哑巴，过了，缘聚缘起，缘尽缘散，对啊，没错，3万啊！蚝油是用生蚝去提炼的，酱油是用黑豆去酿。Yeah. 小字幕而已，好可怜、啊、对，素食不能用蚝油，不行啊！但是有素蚝油，好像是用香菇做的吧？香菇素蚝油，好顺哦、喔！就这个东西啊。刚刚讲那段话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一个画面，但是我停止了。嗯，你是说素蚝油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香菇素蚝油是什么。我的天哪，你们在说什么？香菇素蚝油啊？怎么了？香菇为什么不能素蚝油？你告诉我，我哪里说不对了？现在有素蚝油了，不然蚝油都是荤的。对啊，好，大部分啊，我还一直聊酱油。哦，嘴巴好酸啊，也好渴哦。还喝酱油了是吗？你嘴巴一直觉得咸咸的，一直觉得很咸，总觉得我在这里。我们打一小时了。眼前是不是你的错啦？是不是你的错啦？或者是关于乱问问题的人，不要检讨被害者，你这样会有。检讨被害者的心灵是很不好的，很不健康的。你应该要跟着我们一样，觉得这个人很奇怪，而不是怀疑自己。圆圈怎么了？没有，他觉得是不是他在这，所以才造成大家的困扰。
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他的问题啊，他怎么会呢？对啊，怎么会呢？错的是那个人啊。我的牌很怪，明天是不是又在搞？还好吧，也是还好啦。我听到怪怪的声音啊！你又听到？哎，天哪，金牌好烂哦！我要赶快让大家早点下班啊！原本大家想说打个一把就好了，这一把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啊，我们整把牌局有将近一个小时的酱油啊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如果算了，但我没说，我就说是我们刚刚都打太快了，不是我们现在打太慢。对，可是当我没说，就是，如果我把这集的精华剪出来，是不是就会让优奈没办法摆脱自己很喜欢酱油的这种造谣？你不要那个，你不要断章取义。等一下，原圈就是在聊天室说，啊，不然我剪好了。不要闹了！没有没有，不少圆圈，停止你这个想法，停止你这个想法，真的，先不要，他变成酱油少女，他会过我一辈子。可是你真的那么不喜欢酱油吗？我不没有到喜欢，好不好？没有到喜欢到可以喝，好不好？可是盐巴你可以单吃呢。那盐巴不是本来就可以单吃吗？那盐巴可以单推，有盐巴可以单推，到底酱油不能滴滴？酱油干嘛拖到你了？到底是谁 ？Sorry 啦，福建 Sorry 啦，下广告哈。福建的回合。五千的 time， 最后一个回合了吗？嗯，对，那最后把优奈揍下去，你们就赢了。不要，为什么我变成攻击的目标了？三八单是不错啊，整个直播打麻将就在聊酱油、双小炮、生车豆跟酱油。天哪，大概转战盐巴，而且盐巴种类也很多哎、欸。你要开始了吗？因为之前那个什么鱼竿不是有评测盐巴吗？哇，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盐巴应该是松露盐跟那个玫瑰，跟那个昆布盐。玫瑰盐我觉得还好，它太普通了。普通，它真太普通了。玫瑰盐太多了，它就是那样啊，就还好。粉红色的盐巴，对，就是红色的盐巴。啊，你有说水饺酱吗？那个跟酱油有什么差别？我觉得水饺酱就是它有一点蒜味吗？还是我有点忘记耶？我有吃过水饺酱吗？我有吃过哎、欸。我真的觉得单纯为水饺出一个酱有点太过分。嗯。酱就是要。那会再加什么？酱就是要属于大家的啊，怎么可以突然变单推？怎么可以这样？我可以这样？他怎么可以？为什么还是这个话题？他怎么可以这样？他怎么可以讨好的？哎、欸，太快！造福大家不造福，在那边浮现粒子，哇哇防守。可是有烤肉酱，可是烤肉酱很涵盖啊，因为烤肉它是整个大体，水饺酱它只能用在水饺、欸，哎，它只能用在水饺，哎，你不觉得这样子真的很过分吗？身为一个酱，它怎么可以这样？有的人就懒得调水饺酱。哇哇！完了完了，福建开始。啊，我们还要继续这个牌局耶！我快结束了。哇！他现在扛不住了，我被福建超过了，亚麦，越尾了，我的机会来了吗？你的机会来了吗？我等一下被超过怎么办？如果你等下被超过，你就去扣子哥哭哭他妈一个小时，再给我回来。怎么那么可怜？我吃馄饨用水饺酱。小朋友，你这样子真的不行。
我觉得混沌，混沌，混沌，要喷油，混沌算是水饺的一种吧？吗？皮比较薄的水饺。对。现在可以研究醋，橙醋、红醋、白醋，我觉得醋也是个不错的范围。有加醋的料理，老实想，我现在会觉得有加醋的料理，我脑子里面第一个跑出来竟然是酸辣汤。我看一下，原来优奈喜欢盐巴，收到盐巴，盐巴很便宜。如果有收件地址，我寄一箱盐巴给。不要，不要闹了，不要闹了，不要寄盐巴，我帮你，我帮优奈帮你拒绝。盐巴，谁说要寄的？你猜猜。我不想知道了，谢谢。你猜猜，那就通通转成酸辣汤。哦，逍遥，你这就不懂了。你觉得我看太快了吧？我们开开心心的唱着歌，就被马匪给劫了。他真的是，水饺沾醋也不错啊。完了，我猜福现在蹲一把大的，然后揍你。真的，我有感受到哎。我在亲了，可恶！感受到杀气了吗？有。感受到出事了吗？啊，有啊！我怎么打？这一把要打几个小时？一个小时多了，真的，真的是精华、欸。我刚刚还没讲完，等一下我说阿静姐抖牛，原来盐巴比较是抖酱油。我跟你讲，女生如果跟你说，对，不管这个适用在哪里，她今天在就是随意跟你说，欸、我真的很想吃这个，但其实没有，她喜欢的是她路边瞥了看了三秒那个东西，那才是她真的喜欢的。乙盖，懂吗？太可怕了，女生就是这样，出去逛街的时候都要看他们眼睛在看哪，你才会知道他们真正喜欢什么，不然他们都在说谎。虽然这个交给一个单身的人来说，一点意义都没有。你全部都来，怎么不掺在一起做酱油盐巴就好了？就是不盐酱油啊，靠腰。我不懂，所以母胎单身没事的。我喜欢酱油加沙茶酱，这样算怪胎吗？嗯，这样加沙茶酱不是一般的火锅的底料都是这个样子吗？不是，不是没配葱呢。有些人欸，之前就配蛋欸，配蛋很屌欸。欸，我会欸，就蛋加葱加沙茶。Oh shit! Oh, oh my god! 这下线不稍微努力的，笑死。欸、可是我现在吃火锅，我都不加沙茶酱，我都改加酱油、蒜头跟葱花。你们知道这样吃起来像什么吗？吃起来像蒜泥白萝。我都吃水煮，太痛苦了吧？你都吃水煮。但我只有沾醋，已经都有点香油。我觉得香油加醋，等一下，你又这样聊天又怪怪的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觉得聊到有点尾，再这样乱打下去，福现在会踢边。怎么办？我吃火锅都用生辣椒当饭吃，太过头了吧？太过头了吧？好累啊！辛苦你了。这把打得好累啊！怎么了？看别闹了！我怎么当然还可以碰得到？是怎样？我不洗的啊！我要卤肉饭大碗加贡丸汤，不要拉倒，好直接，好简单，吼吼吼吼！哦吼吼吼！下，可是身为女生，我都没有特别想吃想买，都说随便。我跟你讲，随便是在男生的耳里是最可怕的东西。不要抖我啊，抖我会出事啊！
不然我们真的没有安排打这个好了。会懂吗？行字吗？不会不会，这个牌不会自摸。其实随便最难买，听到这个我都会怕，我也会怕。前面这张牌竟然没有出现过。帮阿嘉喝酱油，不会啊，我这点数怎么喝酱油？随便浮现我一个超大的。我靠！用自摸三把喝。我还有机会。这牌桌好可怕哦！这牌桌真的很可怕哎！这个牌桌真是不想让我们关台啊！这是有意识的牌桌。这是广东是不是在搞啊？耶、yeah!！说随便的话，男女都怕，真的，因为不知道该去哪里，然后这边挑，你太气眼，你太气眼。但是，他们打，嗯，没有，我没有说什么，我没有代表什么。麦当劳理论，当一群人要决定吃什么的时候，优先喊出麦当劳，然后就能等除了自己的其他人解答了。那我跟你讲，现在的情况会变成，当你喊出麦当劳的时候，就会有了很多人说。哦，用麦当劳，那么主见啊，哦，怎么又是麦当劳？你是不是腻哦？对，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才会说要吃什么。对啊，我帮你想嘛，我、哦、没见到。对啊，对啊，没见到麦当劳啊！操，那到时候吃了一个月麦当劳，大家都开始赌蓝。好，麦当劳，麦当劳，好，麦当劳，好、啊，今天要吃什么？麦当劳是不是？好、啊。不是吧？哎呦，不是吧？对，就是要这个效果才喊麦当劳。反正麦当劳一定先躺枪，一个月后换肯德基。营养师表示太不动了。不会啦，我现在觉得早午晚餐还蛮好处理的。就目前来说，我现在我突然想，喂优奈吃特辣的麻婆豆腐，我算正常吗？不正常，你怪怪的。人家福建怎么立直了？我怎么扛得住？我才扛不住吧！他会逼迫。我靠！哦，他真的要想腻，他真的想看。我要领上开花了，好可惜哦，好可惜哦。你选错，选另外一边就领上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啊，飞啦、啊！可以啦，他逆二了，一万二哎！如果有人点下去就逆，就扁了嘞。我们可以下班了吗？可惜不是尤奈放，可惜不是。可是让尤奈就要吃双响炮加一匙酱油哎。嗯？机器坏了。他是断线是不是 ？DC 霸凌我。喂，喂，我回来了。应该看起来应该是他网路断线了。我吗？他们呢、啊？他们呢、啊？哦，你刚好不是哦，你是在跟我讲话，你网路怎么断线了、啊？我想说，阿静还在房间里面。没有，他 YouTube 在转圈圈啊，我猜应该是他们网路断了。哇，好啦，感谢福建。好，我要准备，快去。出门买东西了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好啦，这边就到这边啦，感谢各位今晚收看，我待会要去茉莉宝贝啦，就这样啦，感谢各位。啊，不是我刚刚的牌不敢吃，你知道，吃也不会三位啊，就这样啦，感谢各位，拜拜拜拜拜拜，不用看了啦，累死。